那个供过于求的时候，或是现在是求多于供的时候，所有东西都会往上的。我还真希望是供过于求，那个价钱压低的话，我还可以买马铃薯。为什么马铃薯要涨价啊？马铃薯也涨价的话，不就那个了吗？母汤了。马铃薯都要涨价，所以我才说一天只能吃巧克力棒啊！那个现在是求过土于壤求吗？说不啊，定可以种。不行啊，你要有地啦，我们这没地。我以为你们里面哎呀，是森林之类的。没有啊，森林又不能乱占人家地去开发，这自然保育区，然后是国家遗产，你在国家遗什产么上意面思？种不行啊，会被逮捕的。马哎，铃臭马铃好薯，像这样也不错，我好吧？还是干脆我们被逮捕算了。被逮捕不算行啊，被逮捕就不能先。说话了。对啊，被逮捕就那个了。对啊，都。打160克朗啊，我就这是还可以买巧克力棒过活了。好啦，跑团了，要不然这样子讲下去就不用跑了。你们都准备好了吗？OK，来吧。要不然我觉得讲下去就会一直听我那个了，听我抱怨那个马铃薯的价钱好，可贵。没关系。好。好啦，至于上一次我们没钱买羊肉，羊肉我先跟你们说，羊肉1公斤现在是250克朗，因为是现在是哇。求多于供，所以你们要注意，就是求多于供的市场行情是会往上，当所有人都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价钱就会拉高，所以没办法。好，就这样，你们上一次当然就是。没想到已经又是过了一个礼拜的事情，然后也没想到事情总于比你们预料的不一样。你们当然其他3个人，受害人 Dustin 跟卡特琳，你们下了监狱，然后也打听到了 Evelyn 被说是引用吗？还是施法呢？谁也不知道。但是至少那些贵族好像用了什么手段，或是那一些上流上面上层那一些政府的。用了什么手段，让他现在变囚犯？虽然说他确实是有犯错，但怎么会到死刑这么严重？但是现在你的目的是先把他救出来再说，什么事情先把他救出来再说？你们溜入了监狱，虽然你们有允许，而且那个手环就像是一个证明办，但是这个监狱的场景对于你们来讲，真的还是挺特别的。你们下到了最底层。看到中途一些很特别的饭，还有让很在意的那个谈话，你们从十字架把 Evelyn 救了下来，看到他缓缓离开灵体，你们看了四周，只听到了好像上层传来，好像哪里是应该是上层吧，好像听到了脚步声，来来去去，你们想要做什么？我要好先啦，那把现在。怀里的 Efren 交给卡德里，把什么交给我？然后我哎，你说 Efren 交给你之后，然后说顾好他，然后就还在先吗？朝着监牢外面走出去。我让古龙一边舔 Efren，他有被舔吗？他有效果吗？在这里的话，醒了，现在 Efren 是醒的，就 HP 一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舔的关系，所以他从那个。从边缘变成 HP 一，就我是不用他是 conscious，也就是他是醒的，因为国龙。在旁边吗？国龙可以6秒回一次。但现在说好，你帮我甩个 perception 好。你发现你看了四周，你原本想说很奇怪是，原本国龙。应该是在他旁边，在身上，但你现在发现国荣不见了。国荣，喂，你有看到国荣吗？大三，你有看到国荣吗？我要转头，然后对手汉说：“待在 Efren 跟卡德里旁边，等一下不管出什么你有事，看到国荣带着吗？Efren 跑出去就对了。”啊？然后拿起一支匕首，藏在我的手腕里面。
是 Efren 醒了吗？他醒了，他醒了，他醒了。然后他就不见了。我抽抽 Efren， 你还好吗？抽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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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他只是缓缓抬头看了你一眼，但他很快就垂下眼，然后没有说任何话的安静着。好，那我要翻出一罐水，我要翻出一罐，会不会有一段一滴四加一？哎，还是我拿大罐一点，二滴四加二好了，我拿出一罐，把这个喝掉吧。我伸手推了推手汗的手，摇了摇头。没有，没有的。你有发声吗？他的声音我没听到。Hello， 有声音吗？现在有，现在有了，现在有。哦，没有，我只是要确定一下而已。有声音就好，好，没事。观察一下 Efren 的神情，或是他怎么人吗？你可以啥？我都。这样是查验二十一，哇，二十一啊！那、对，那我的匕首宣告，敌人有听到吗？不到，没事。如果手哈你甩二十一的话、啊，你会看到那个法莲，他的神情非常的暗淡。基本上，你几乎在他眼里看不到应有的光。好吧，那我就用力的抱抱他，但是又没有太会让人痛的那种，就只是抱抱而已 ，pure 抱抱。一边用力抱抱，他就稍微看了你一下，然后就是摇了摇头，哎、然后继续低下头，没有说话。他必须要背叛。没关系，你们继续。好，那我们先快点离开这里吗？还是？可是大闪刚刚是要去干嘛？没有，就是守在监狱那个牢房门口，看看那个脚步声到底是来干嘛的。大闪 ，perception， 可爱呢？我干！一早就内疚团体，我好怕，我接下来可能战斗会不利啊，各位。是这样，不要力气。是这样的，大闪，你听到了那脚步声。哒哒哒哒，还听到好像从哪里传来的野兽叫声。好，我不管，你听到他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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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到我的脚步声。你往上看，好像你确定脚步声是在上面，但你原本想说往后看，应该这个应该是最底层的死路才对。但你觉得让你感到奇怪，原本你发现。你现在，因为你现在是在 Efren 待在那个牢房，你是刚走出来的。以你的视角右边，也就是你们刚下来的左边，你看到有一个人，一个穿着白袍、有着金色头发的背对着，他就站在那，好像在说什么。哇，等一下，等一下，我有点怕怕的，这感觉不是人是鬼啊！啊，没事。我要先对牢房里面的其他三个人说，我看到人影哎，我稍微查看一下，稳定之后就先带他上去吧。然后我要朝那个人，那个人影离我多远？他现在是在那个开启座，因为就是那开启的牢房。嗯。那好，我要走到离他30尺外的距离，看一下他会不会回头之类的。没有，没有回头。好，那怎么办？人影哎，场外问一下，你们觉得我该去碰他吗？我觉得有点危险呢。好像没有办法再观察出什么，是不是？干，他超可疑的。对啊，可是，既然他站在那个位置的话，应该就不是我们要离开这个地牢会必须经过的路线吧？是吗？知道的。对啊，那我们应该可以尝试的先带着 Efren 出去吧。好，那我要用半身人语对着手汉跟卡德里说，情况有点不对，赶快先把那只小猫咪带出去。
看到他那边有什么东西吗？都好，你在看的时候，你发现大长尺的那个地方没有人，空的。我用超小声的声音对大长说：“那个那边没有东西啊。”我超小声的说。我要一脸震惊的瞪着手汗，然后再回头看一看那个人影还在吗？请问我这样子稍微看了一眼手汗，然后再回头看那个人影的方向，请问那个人影还在吗？你发现还站着。好，那我要有点冷汗直滴的对着手汗说：“赶快先把小猫咪带出去。”然后一只手缓缓的握在我腰上的那把镀银过的短剑上面，可是我没有要抽出来，只是先握着。我在旁边的话，那我可以从那个方向去看观察他，观察吗？一下，不是，十六。你看到的没有人，什么都没有，是空荡荡。家属好像有什么曾经在被锁在那里，但是好像离开了。但是你注意到那些家属是被砸碎破裂，看起来是有逃狱的状况，但是拉斯坦口中说的女人没有。我就只是眨眨眼，然后微微的歪头，然后就是继续安静的低下头，没有再继续说谎，没有说任何谎。来吗？我看了一下 Evan 的状况，你还行吗？真的不需要治疗一下吗？我对他稍微摇了摇头。不是吧？看一下。嗯，三小都看不出来。嗯，对，我甩了一个四，我觉得好的。我甩了一个四，嗯，他怪怪的，可是看不太出来，可恶。你是不是没睡好？就问了一个很废的。好，我看了一下卡德里。卡德里，真的不要吃一点东西吗？还是喝一点药水？这边很深，东西还是……我要回头对他们大喊：“你们在当这里野餐呢、啊？还不赶快离开！”我的语调变得非常的严肃，而且甚至有点急促。可是你这么大声，应该你说那个奇怪的其实不存在的隐形人应该也听得到了吧？我把 Evren 是站起来，然后试着做出要搀扶他拉他起来的姿势，看 Evren 有没有要接。我会顺着你的动作慢慢起来，但基本上也是不太说话的样子。嗯，这些人的危机意识真的是不够高，算了。我决定了，我要朝着那个人影再踏出十尺的距离。请问他有反应吗？没有，并没有反应。嗯，请问我那三个有点过于松散的同伴离开牢房了吗？问他们。你不要问我吗？我告诉你们，有已经有人离开牢房了。不然等下被关起来，我还要再损血开锁一次哎、欸。好吧，我们离开吧，哟呼！当你们我顺着 Evren 的速度出来，嗯，当你们踏出这个牢房，你们踏出去左右看，你们看着 Dustin， 因为他是在走道那边，这要往上的楼梯，再回，因为他真的是回去往上。你们踏出去，然后正要往前走的时候。你们听到了，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但是听到了，砰，很厚重木头关起来，好像是门被关起来的声音。我想闪一下观察，看那个可不可以知道说那个声音来源是哪里？可以。这样子二十一，感觉听起来好像是上面。感
那我会那个顺着声音的方向，然后呢往上看。你往上看，你发现都是石头，好像是石墙。好，那我要再朝着人影再踏出十尺的距离。你在往前走的时候，Dasta，你看到这个人影，好像看起来大约165公分，金发女性，背对着你，看起来像是个人。听到他像在喃喃自语，但是你听不到他在讲什么，他好像在喃喃自语。随后，你还要再接近吗？第一问这种问题真的是让人很害怕呢。我啊，算了，不管了，反正大三死就死了吧。我再往前踏出个五尺好了。你再踏出个五尺 ，last time next thing。21。你看到你看到这个站在背后的人影突然。他的白袍下冒出了一团火，往上燃烧。你赶紧往后退，不然这唰啦开始往上。你看到这个人影开始痛苦的抱着头哀嚎。你听到了，你看到这样的脸，往上瞪着你看，然后一瞬间的啪消失殆尽。沼泽女巫吗？不好意思，最近巫师上玩的有点多。然后他没有攻击，他说他这样子笑完之后，火烧完之后人就不见了，就再也不见了。好，我们看到那一幕吗？还是我们是没有的？你们什么都没看到，你们只看到 Dasta 一直小心翼翼的往前，突然像是被吓到似的往回。啊！我要走到我的伙伴们旁边，然后说这个地方。不宜久留，越早出去越好。怎么啊？还是如果你能看到奇怪的东西，虽然我这边是没看到的话，那你就带路吧。因为毕竟我是不知道你看到什么东西啊。但是如果要避开的话，也只有看得到的人能避开吧。好，那很无疑的样子看着他，小心翼翼的走吧。我要拿出我的提灯，然后再继续像我们下来的时候一样照亮那个路，然后这样子走上去。大赏，有趣的是，你提灯拿起来，你带着你的伙伴们继续往前走，你发现那螺旋楼梯，你往上看，是的，你看到的状况是上面是有出入，就如你们下去的时候一样。那你发现有道血痕，随着这楼梯，大概是中间偏左的位置留下，看起来好像新鲜的。等一下，停。然后我要蹲下来，仔细的看一下这个血迹，然后问一下我其他同伴们说：“你们有看到我看到的东西吗？”有看到吗？有兴趣的可以 perception。20不是 natural， 我这边只有10。Efren， 你看到的都是算是你的 bug 保护着你，但是卡德里跟守好看，而且淡淡的，好像听不到，就是一直听到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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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毕竟是在监狱，所以有滴答声，但是没有东西吗？有声音，有东西，但是那个血迹不是来自，这只是血迹，但是你们又有听到滴答声。我要先稍微转头看一下我的同伴们，然后说：“拜托告诉我你没有看到这玩意儿。”然后指着地上那滩血。我说有，然后但是我指着那个滴答声，你有听到那个吗？滴答声没办法指，是一个环绕的声响。乱指一通，我就说你有听到那个奇怪的声音吗？然后手乱指一通，疯狂乱指中。我有听到吗？就是从这个和这个和这个方向，或是那个方向，我不知道。有听到。看样子，大声喊。
今天晚上的监牢很不平静。等一下啊，比较好，会有点恶心。对，然后等一下我走第一个，卡德里你当中尉，然后索汉，你保护好艾弗伦。状况不对的话，拉着卡德里还有艾弗伦往外冲，我负责断后。然后我要小心翼翼，尽量不踩到那个血迹的走过去，有办法吗？还是说那个血迹已经染满整个楼梯了？它只有一道了。你这个，你帮我踩个 stealth。这个你们的，如果你们要跟着对跟着行动，就一 stealth 一下。我也是。我只有十。十四。好，是这样的。你们顺避开那个血迹，然后顺着这个螺旋楼梯往上走。你们在往上走的同时，因为是螺旋楼梯，而且大概有两三层楼的高度，你们看到那些涂鸦好像和你们下来的时候不太一样。但是你们随着这个楼梯继续往上走，避开那血迹，你们听到了原本在下面那个监牢砰的关上。你们不知道到底是从哪里传来，你们只知道是从下面传来的。你们往下看是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你们再往上看，发现是通的。当然 Evelyn 你原本看是石墙，但要发现是通的。你们继续往上走， Dasta， 你用你的鞋尖好像碰到了什么。你往下看，你发现你的脚、你的鞋尖沾到了一点血迹，但是你发现是什么时候的？你左右看，你看到不太妙，你看到这血迹好像是你往上看天花板有一张同样的脸盯着你看。啊！我要指着天花板，然后说：“拜托。”告诉我，这回不用，不是只有我看到，你们有看到吗？你们其他人往上看没有？我要看一下大厂，我可以用奥数那个 Arcane 看一下那个大厂的状况是不是丢高，还是被吓着怪法术、啊？那个不是，超怪这个不是，这个不是 Arcane 哦。这个你有没有 Detect Magic？ 没有的话你没办法。我看一下哦，算我觉得我没有，我没有呢。那你没办法，你只能用 inside 看他是不是被吓到而已。好，他应该只是肚子痒痒的，或是饿了吧？哎呀，你不要因为这边黑就在那边紧张啦！戳戳戳戳，上面没东西啊！所以你看到了什么东西啊？你们真的什么都没看到？算了，蟑螂吗？你们看不到是好事。有人感到大展脸色，整个明明是一个中东人种，可是为什么脸色可以白的跟高等精灵一样呢？然后说：“赶快，我们赶快出去吧。”然后继续往前走。当然，我请收藏 Dasta 跟卡德里帮我塞个 history。我觉得你们可能忘了，但是或是你们还记得，但我觉得还是让你们塞一下吧。十五。哦耶，十九。阿德里，不对 ，history 减一十八，没问题，没问题。你们三个走上去的时候，你们发现原本应该是充满试管液体的那个房间，结果你们走上来，是你们看到的是又是一样的场景，一排监牢。你们看到这个场景，你们发现就像是一个无尽的长廊一样。那你们注意到这些监牢？很奇怪的是，他们不是空心的，虽然有铁栏杆，但是就像是有门有墙，很特别的状况。虽然是它就一排一样，你们看到的跟下面的一样，但是发现他们，你们看不到里面的东西，而且原本那都是试管的房间，怎么会变成这样？奇怪吧，照理来说，这个楼层应该不是长这样子的啊，还是说我记错了？那我要看一下旁边的同伴们。我刚也有记得，对不对？
你们会看到那个法莲，他的脸色开始越来越难看，但他依旧沉默着。你还好吗？你还好吗？抽抽抽，要不要去喝点药水、哦？摇了摇头，然后呢，你会看到我的动作是一手抓着胸口的衣料，然后另外一只手抱着手臂，然后身体开始在微微缩起来那种动作。好棒啊！我一手抱着你，然后一手前进。会冷，如果会冷的话，就缩小一点没关系。然后我把我一件外套也披在你身上，反正我有超多件用。对，缩小的体型关系，所以 Evan 你感觉到是一个小小件那种额头的外套披在就是青少年女性的身上，嗯，好像有点有跟没有一样。到这里开始一边前进。你们看顽固的这个像是场的东西，你们继续往前。然后等一下、哦、我对 我要叫你们进地图啊。啊，不要进地图了，亚美罗，我会怕。哎，哎呦。对，我把你们缩小一下，或是你们对，你们也可以帮我，反正对，这个是你们要那个才会发现发生的状况，所以就好，我觉得我应该也不用特别去做什么加工。收藏体型比较好，大藏体型比较大一点，一稍微调整一下。身高，对，调整一下你的身高，然后国荣祝福你哦，好酷哦，国荣保佑我们呐、啊！国荣只会撞你胯下而已，撞爆你！但是国荣，哎、欸，说实在，我回去听记录，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撞过我胯下，只有卡德里遭殃。去，没关系，因为卡德里一直欠打、啊，下一次就换他是他。早晚的事情，没关系，认了，没关系的，这是早晚的事情，认了，早晚的事情，认了吧。卡德里特别好惨，不被撞一次胯下。卡德里应该在这，没关系，说还可以的。然后，如果你想要的话，你撞胯下，那个我抱着艾米丽空投到那个艺术家的阵营去哦。喂喂喂喂喂，笑死！好，你们现在看到的状况是。主要是，嗯，当然前面是你们对你们，因为你们有对你们 history 过，所以就是一个好吧，我也不用去责。但是你们大概可以感觉到，就是说目前就是一个前面跟对，因为对我来不及拉那个方块，我就到时候再说吧。你们看到就左边右边有一侧门，然后你们发现你们回头那个往下的螺旋不见。变成普通的地板。哎、欸，哎、欸，尤其是卡德里、欸，看到你是最后一个上来的。你在踏上来之后，你回头往下看，是地板。咦、欸，它变成地板了？等一下，陈小，我把灯照过去。卡特琳，你怎么搞丢的？是你用的吧？刚刚我们才应该没事，就你问题最多。撞撞撞撞，打打打打。你们发现？因为是监牢，所以这边都没有。对，什么东西都没有。你们只看到都是铁栏杆杆子，还有两道门。然后红圈圈那边吗？对，红圈圈。对，你们现在的位，你们现在是在这个空间嘛？然后有两对门的部分，我有标记一下。然后其中这一道有左边你们左手边那一道门传来了 Oh my god 你们要做什么、欸、左手边那道门吗是想贴过去听那个声音你要过去吗？卡德里，你要过去那左边那边。往后退。卡德里，你往前走，你注意到那个门，
以听出来那个大概是就是怎么样的行动会有的声音吗？你听到大概好像是敲击撞击声，但是你不知道门后有什么，它是一个实心厚重笨重木门。木门是有规律性的吗？你要继续听吗？继续待着，我再听一次。你随后听到了我听得到吗？还是我听不到？听得到，听得到。我可以理解一下，有没有我以往经验告诉我这是什么的暗号或是什么吗 ？History。好，16。你感觉好像有什么人从后面敲敲着你的声音，撞起来敲着。好，我听完之后决定退回去。卡德里，你在要退回去的时候，你听到了小小声，嘘，嘘，干，我马上冲回去，没有声音。我在退后到，我在退后到刚刚的距离，看有没有听到刚刚那个声音。一片沉静。Creepy。好，我要回到 Everyone 的旁边，然后跟我的伙伴们说：“你们刚好听到那个嘘的声音吗？”我们有听到吗？啊，没有，没有。所以卡德琳那个看到就是法莲，他只是摇了摇头，但他自己默默掏出一瓶1D4+1先自己喝了一下，但眼神非常的空洞。好，我看到卡德琳这样冲回来，然后又看到 Efren 自己拿了一瓶药水喝，我说：“看样子那扇门就不要考虑了，我们走另外一扇门吧。”拉桑，你走到另外一扇是一个本一样笨重的木门。你看到这一扇门很安静，极静的可怕。我可以先观察一下它有没有上锁吗 ？Perception 4，没有锁，是可以推开。我要回头看着我的同伴们，然后问说：“你们觉得要开吗？”我来看一下有没有陷阱或什么鬼的吗？考量到我每次摸什么东西都会爆炸。Perception。好，阿巴米娜桑，还好，14，没有陷阱。好像没什么问题，就打开吧。就一站。你直接经过大厂直接开吧，还是？还是不敢碰。刚刚说那个楼梯那边已经变成全部都是地板了嘛，对不对？是。好，我要跟我的另外三个同伴说，你们往后退，退到越里面越好。我要开门了。我这边的话，大家会看到那个我有点摇摇晃的，就是凑过去刚刚这个门。我可以就是说，就是甩，我可以用宗教吗？可以，是可以的，就不影响。你只是魔法被封，其他都没影响，其他都是没影响。哎呦，甩出18。虽然说。你感觉到因为你自己做的事情好像似乎违背的教义，但是你还是至少说你不会忘记教义，毕竟算是大意的状况嘛。但这个教义还有你尝试去回想去虔诚的心，你大概觉得后面感觉有人，你能确定好像你在你感觉到就是听到了嘘，小小声的嘘，然后听到了
听到了女性的声音。我这边会因为听到声音，然后呢，就是整个人就是在往门边稍微凑近了一点，然后呢，就是以很小的声音，然后就是孩子还好吗？我要 possession， 我有看到 Efren 的奇怪动作吗？这个你早就看到了，这你本来就看到，你不要傻呀，本来就看到。你 Efren， 你尝试问了，但是没有。没有回应。我要先移动到这边，然后瞪着 Efren， 想说，干，这只小猫咪是丢高了啊？该不会他也中邪了吧？我这边的话，我是那个伸手轻轻的在敲敲门板，然后就是，是孩子饿了吗？没有声音，完全没有。哇。这边我是可以再用一次那个宗教感知看看，还是可以啊？你可以闪 ，Let's certainly try， 没问题。嗯 ，Natural 20了。你感觉到虽然一片寂静，但是你听到了风声，还有沙沙声。它下面那个门缝。大概多大？大概你可以，你是可以往下看，没问题的。虽然不大，但是有门缝可以往下看，很聪明的做法。那我想试着往下，我想试着往下看看。可以 ，perception。哦，加起来20。你注意到里面是一个卧室，卧室看起来怎么牢房里会有卧室呢？你无法确定，但是你注意到的是有床。那我先那个，我要放 token。你注意到的是有床，还有柜子。那床的话比较像是石床，因为毕竟监狱嘛，才会给你一个高级床。然后，对，没有这么大，没有这么大。没事啊，没有这么大，没有，真的没有啊，没有这么大，没有这么大，没有这么大，大概床在这里。我要住这里。然后你注意到隔有门缝，因为你从这个角度直接看过去是有门的。然后你注意到还有，我要放一下，还有那个石床旁边有个小柜子，对，我要放一下。哎，我还。对，我那个道具终于可以用到了，我的素材终于可以用到了，可惜，但我的素材并不够。水哦，当然都是免费素材啊。你就知道你们家 DM 穷的可怜，连那个正版素材都必须都只能找免费素材。那个你们注意到除了这个跟这个之外，然后就 Evelyn 你看到这个跟这个之外，还看到了一个像是杂物的东西。就是这个房间有，对，我要先走到这个门旁边，然后对着 Efren 说：“你很在意这道门吗？”我看着达斯坦，然后我是没有特别说话，他会看得到我就是爪子轻轻的，就是在门上稍微挠了挠的那种的动作。我要把你稍微推开一点，然后跟你讲说，我开这道门，可是你先回到守汉跟卡德利旁边。我会皱起眉头，然后摇摇头，就是孩子，我听到孩子的哭声。干！我突然想要中离游戏了，有点吓到了。等一下，是我刚刚语气太可怕吗？还是我要回头对着守汉还有卡德里说：“过来看好 Efren。”对，在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我就是头抵在那个门板上面，然后就是反复做出抓的那个动作，然后就是。
还可以吗？有听到吗？没有，有听得到，有听到。这个，如果次元隔离话说一下，感觉被次元隔离话说一下，这个就不是那个，这个是次元隔离的效果。我刚刚在那边讲，我说我是不是被隔离了？没有，我听到你的声音。没有，正常。有什么？所以，后面有人的意思吗？总之，你们先把 Evan 拉开，我要开这扇门了。好。我牵着 Efren 的手，把他往旁边，让他开一下门吧。因为手汗，你牵着我的手，所以你会发现我的手是非常非常冰冷的那种状态。我又很冷我再脱一件衣服，我四件可以脱，我再脱一件衣服盖到你身上，你真的很冷盖。我要先看一下这个门有上锁吗？没有锁。那我要小心翼翼的把门推开，然后把我的提灯探进去照亮一下。你发现你在打开这扇门的时候，里面是一个卧室。你注意到，就你现在在门口这边，注意到就是有位置、有床，还有杂物堆。你因为你有灯探进去有看的状况，你发现它就是一个普通，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卧室，然后有两扇门，也是一样厚重的木门，没有任何可以看到对面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只是注意到现在这个卧室很平调的一个石床，石床上面没有被子，就真的它就是一个可以躺在上面的石床，杂物跟柜子。好，稍微往里面走一点点，然后看一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现在是一半状态，一半在外，一半在内，然后另外一只手没有，我整个人踏进去。好，你整个人踏进去，你看到，因为可能是你进去的关系，门带上。但外面的人，你们发现是重关紧，把它关起来。哈，重力！我要冲过来，敲这个门，听得到吗？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我听得到吗？我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你们都听得到。我眼中是看到凑过去，我想要拉拉开门，可以打开。你打开，你看到 Dustin 快哭的脸。好了，他没哭了。你在干嘛呢？我刚看，他自己打开关门，好不好？那就 Kill Boy 呢？你会看到法莲只是安静的沉默，然后就只是看着你歪头，然后呢，打算绕过达斯坦的钻进来。我走过去，重新站到房间的正中央，然后看着 Efren 说：“所以，你执意要进来个这个房间是要找什么？”当然，门上砰。然后我再默默看了一下达斯塔，然后再看了那个门，然后就对啊，就是双手一摊，而且是微微的很小的那种，就看起来很虚弱的那种的那个动作跟姿势，然后微微的摊手，然后一脸，你觉得还是我们关门的吗？我要看着那个门，然后隔空的对着手汉跟卡德里喊说：“喂。”这个门好像是自动门欸，你们要不要也一并进来算了？过去开始玩那个门，是自动门吗？真的是自动门吗？你走过去，然后开，我想要调查一下你发现你碰那个门没有？因为门是要拉开的，要拉开关起来，所以你现在是一个长线拉开关起来，但你发现这门真的很笨重，以你的力气来讲，看起来是因为重力的关系，没有人顶着它就会关起来。我这边想要调查一下旁边的杂物。好，你帮我塞个 investigation， 就说好你现在确定是这样，然后你发现你的力气没办法一直拉，所以退开。我皱眉，可以叫卡德里帮你拉。Efren， 你在翻东西的时候，你注意到里面好像有个，那是水吗？你怎么你发现翻杂物的时候，你发现好像有个凹槽。里面好像有水，你看着那个水，好像在流动。你要做什么？
我稍微歪了头，然后呢，本想就是抬起手，然后就是一脸就是下意识的想要用蓝火术照亮那一种的感觉，但啊，我忘了。然后我就是那个看向那个达斯坦，灯，我把提灯指过去，然后就是看一下 Evren 是要找什么东西。然后手汉，你旁边有卡德里亚，你可以叫他帮你开门啊。背叛者的样子看着你，因为我是觉得这是自动门，我才想玩他的，结果不是。不是啊，我们中间隔着门，你也看不到我啊。他就是隔着门在瞪你啊，懂了吗？所以他在瞪那个门。我是愤怒之瞪，对，也感受到一股奇怪的视线。算那个门很笨。然后我一直在推那个门，然后你们可以看到那个门在抖，就是从你们视角可能就是那个门一直在震动。那我要对着门喊说：“喂，不要玩门呐、啊！”我还在试图推。要开就赶快开啊！我真的用一把那个达斯坦的灯照过来的话，我会看到什么？你现在看到还是一滩水，对，一滩水在，就像是一个凹槽，里面有一滩水。水的颜色，因为毕竟是 Dark Vision 夜视，所以而且达斯坦照过来还是一滩水，照过来你看到确实是一滩水，真的是一滩。哦，有一只虫。我摇了摇头，然后呢，就是我那个就是往旁边这个小柜子过来。不过我这边我想要先再一次宗教。好，我要过去开门。趁 Evren 在宗教的时候，我要过去开门，把门推开，嘣！然后看着在玩门的时候，他说：“干，你要进来，赶快进来，好不好？”奇奇怪怪的很吓人呢、欸。要不要你尝试用你的信仰去看，去注意这个？但是这个好像跟这个以你的教义宗教观念没有任何的差异，它就是一个柜子。你用你想说你的圣经，你大概就是这样的状况，大概就是一个我想着我圣经里面有提到什么故事，然后有什么状况，结果你盯着那个柜子看。没有一个东西跟这个柜子有关，大概就是一个你拿着 B&Q 的行路看着 IKEA 的桌子，大概是这样。好，我就那个就是稍微歪了歪头，在想着那个就是无法理解，但脑子还是乱成一团的，然后就是没有多想，然后变成说是直接翻开来要调查。好，在你翻开来的时候，你发现你要翻的时候，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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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锁。嗯，我发现是锁的，然后我就转头，然后呢，扯了扯达斯坦的衣摆，然后再指着柜子。怎么啦？那柜子有什么古怪吗？我没有讲话，就只是在扯了扯他的衣服。我要过去看一下这个柜子。等一下，等一下，我在离开门之前，我要对手汉说：“手汉，你要不要直接进来？”我还是一脸被背叛的样子，然后我要说，你要不要也说那个东西也是自动柜？超神奇！你为什么要骗我？一脸被背叛的表情。我已经懒得跟你多说什么了，你要不要进来啊？快点啊！就挡着这个门，有手有点酸呢、欸。我走进去，然后还是皱着眉。走进去，然后你们看到门动，因为重力的关系关上了。卡德里，你就在外面呢、欸哦，你就一个人叠在外面呢、欸。啊，不是自动门。卡德里，这不是自动门啊，他想骗我们。还在抱怨。嗯，没有，我说我直接把门推开走。你好，你直接把门推开走。OK， 卡德里一样的，你就是将门。推开，然后后座门推开，然后你走回去。当然，因为重力的关系，砰，关上。好，那哦，地图变得好挤哦。我要去
稍微研究一下那个柜子。好，你发现这个柜子，这个小床，那个小床头柜是锁的，有锁，有锁，有洞，有钥匙孔，似乎是可以开。好，那我要拿出我的开锁工具，然后在开之前，我要先问一下四周各位说，所以我要特别去问 Efren， 然后说，所以你确定要开吗？张碧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不是啊？我们啊，算了算了，也是好，行，开吧，来，开锁喽，十六，咔嚓咔嚓咔嚓咔，开了，你似乎听到了锁咔嚓的声音，似乎开了，啊，我把抽屉拉出来，然后看一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你就是看着就是示意着你的，哎，对不起，我把手号，对，手号在这里。你示意着你的同伴们，就是将这个柜子打开。你注意到里面好像有一个小小原始金色的东西在里面。金色的什么东西？一个金色心形的物体，看起来像是某种装饰品，大概有你的手掌心大，是心形，金色的，看起来是抛光镜面的东西。我要把那个金色的心形物体拿起来，然后稍微研究一下。That's the strength saving。String 是你的力量过17，是这样的，你在努力，你要拿出来的时候，你发现拿不出来，你就发现怎么好像是固定在里面，你使出了你的力量，拿起来的时候，你听到了咔哒咔哒咔哒的声音，你们左右看，突然这个空间燃烧起来，请大家帮我闪现功。好哦，我闪了一个，那冲的时候可以冲帅。我甩了一个12，对，我先说一下，像是 Halfling 的那个 Lucky Trade， 好像我记得仙宫是为了冲帅，它是只有技能，它没办法的，所以你还是拿去。都那错乱了，所以我加一加是5。好 ，OK， 好，我换个 BGM。没有必要，可我当我换个 BGM， 看起来要稍微比较挤一点，感觉比较挤一点，这样太油。火烤就是美味，我要被烧了，米娜莎。这是报应，我们中了火那么多次，我上次被烧还不够吗？太火啊！OK。表示我们大火，然后我看一下，这是我的命格啊。闪一下这个。OK， 好，我知道了。是这样的，卡特里是第一个反应过来。你发现现在这个状况的话，你到处看，然后你发现全体燃烧，就全部突然这个房间的四周全部燃起来。不好意思，我打个岔。卡特里，你加错了，你的仙宫是加3。好，那我扣一下。这样子的话，28，那还是一样的，他还是对的，他还是比较高。对啊，还是18。哎，等下21、20、19、18，18，18。那谁的那个速度比较快？谁的速度？我这边是加5。卡特里加几？我看一下。他这是加3。这样子 Dustin 会先 Dustin， 那你这反应过来是发现你发现你拿的只是一片木片，你看到整个房间烧起来了，你然后在你在做反应之前，全体帮我塞
Dex saving throw， 全体。哦，我这边甩了18。哦，我这边甩了一个9。有没有低于10的？哇哇，我只有9。好，那收好，你要吃全部，其他吃半伤。我甩一下。吃多一点。吃一波。其他的你们只有你们受到5点伤害，然后收好，你受到10点伤害。你们感觉到这火燃烧着整个房间 ，Dusta， 你要做什么？我要想一下哦。你握着手中是一个木片，感觉离我最近的门应该是上面那一个。我要使尽全力的去想要撞开这扇门。好，力量，纯力量吗？还是 saving throw？ 力量，纯力量，对，力量。哦耶，18！你撞，砰砰砰砰，你感觉到这个门很厚重，你感觉到温度正在燃烧，但是你发现你还要再一次，你需要有人帮你，你大概需要，你感觉需要有人帮你。我要回头对卡特里说：“嘎，不要发呆，过来帮忙撞门呐、啊，不然我拿你的头来撞。”来，卡德里，发那么凶啊！那我要冲过去。你要崩个沙球吗？你有崩个沙球做吗？Bonus action， 我的 Bonus action 好像，看一下，没有帮得上忙的。好，我的回合结束。好，卡德利。好，那我要直接冲过去一起帮忙撞门。力量。但是你不管怎么砰砰砰，当时你看到卡德利他在跳舞吗？你现在的反应是，你看到卡德利虽然在撞，好像感觉他在撞门，但你发现感觉他在跳舞。这要真的来救我？对，有卡德里。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很喜欢被火烧？你可以承认你有这种癖好，我是不会嘲笑你或者是介意的。我对火的反应就跟你一样，不要想太多，谢谢。但是卡德里，你有崩的沙选吗？没有。好 ，Evelyn， 你要做什么？我可以消耗掉这个吗？能用吗？来一个，可以给我看。可以，你要消耗掉吗？嗯，好，你帮我甩个 1D20， 我要看一下状况。哇，16，没问题。你这时好，其他除了好，你们全部四个帮我做 Constitution Saving Throw。嗯，哦。那做一个状况，我是一个状况 ，Net 20没问题。好，今天的第二次 Net 20没问题。有没有那其他两位？有没有低于10的？我11，11，卡德里。好，是这样的。其他卡德里正在跳舞，然后被 Dusta 骂的时候，就感觉你是在努力在推门，但 Dusta 觉得你在跳舞。然后 Sohan 用着一脸很困惑的脸在看你。突然，你们发现 Evelyn 从包包里拿出了像是一个小小美丽的用冰做的戒指。你看到他抛下去，直接抛往下往地上抛，往地上抛的时候，你看到这戒指突然好像变成像是一个冰花雪球般，直接往下啪，突然这个火灭了。但是卡德里，可能你动作太大的关系，你好死不死的，你被这个你知道干冰被干冰直接用手去抹去碰干冰的感觉吧？卡德里，你感觉到哦干冰。然后你受到了4点伤害，冷冻伤害，但是先攻回合结束。你们发现，你们晃了晃头，发现这个房间如同往常，位置是打开的，已经是被打开的状况。然后你们注意到大上，就是大上，你看到那个门还是一样，但是先攻状态解除。你们要做什么？我默默看了一下，火都灭了，所以说我就是打开包包，然后默默的再把我自己的1+1的药水拿了几瓶出来喝，默默的。我看了 Evelyn 的动作之后，会一副快死的样子。然后，有人有需要吗？我也有的。
那我就自己一个掉了。我看到这个火灭了之后，我心里面有点力托的跌坐在地上，然后看着我的同伴们说：“我其实说实在的，已经有点不知所措了。现在先不管这个地方怎么样，或者是藏有什么样的秘密，我们能不能就是先离开再说？毕竟要帮小猫咪脱困，还要去完成他们指派的任务啊。”他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快点离开，就能快点去处理他们的事啊？这样也太麻烦了吧！万一我没出来，他们也没有人可以处理啊！开始抱怨业主的人。所以，在他们抱怨的时候，我可以稍微就是调查一下旁边的石柱。可以 ，investigation。我这时候要看着其他人说，所以如果接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的话，可不可以不要再去调查一些无谓不为？我们就直接先出地牢如何？阿嫂，你在说完的时候，你看到 Evelyn 正在看那一座石床。Evelyn， 你在看石床，发现是一个普通的石床。石头看着 Evelyn， 然后心想：干，我讲的话都没人要听就对了。然后在呀，你没被灌了、啊。我是没有说去注意他，就是默默的把那个包包里面的那个。就是之前已经失去效用的那个神眉，我拿了三颗，然后呢，就是搁在石床上面，然后就是，到底为什么会听到孩子的哭声呢？啊，哭声！然后我就抬眼看着大家，然后一脸怎么了？歪头。你刚刚听到孩子的哭声吗？孩子的哭声，女性要人安静的嘘声，可是没有在啊。为什么？不，这地方有闹鬼吧？还是怎么了？觉得诡异。监牢这种地方本来就是阴的，就不宜久留，先闪了啦。我走过来这边，然后尝试开这道门。你发现门没有锁，你用你的力气推开了这一道门，你走出来发现是一个长廊。但是让你感觉到有趣的是，这长廊的中间有血迹，看起来是顺利的流下，流到了这一扇门。我在移动这一扇门。啊、oh, ，fuck！ 有看到Dustin这个人有点无力的对着长廊的终点这样子骂了一句，然后你还听到回音，你的咒骂声还回音 ，fuck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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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回音。哎、欸，怎么了？都看到什么了？当然Dustin你也注意到，你开的时候你因为你马上就看到对面，因为你拿着你的嘛，所以你看到对面就有一道门。是关着，一样也是后中部门。啊！哎、欸，这边好像有路可以出去哎、欸。我要过去看。你跟着 Dustin 的步伐就是走，你发现是长廊没错，你也看到一模一样的情景，毕竟。你能看到就是透过大厦灯光，然后你应该有带着那个花冠吧？花环应该有带着，应该可以看到、嗯。我现在戴上。啊，走啊！我往前走。你是往，说到你是以地图往上走。哎、欸，对啊。你往上走，你发现，因为你是有花环关系，但是毕竟因为是花环，你看到的比较像是你周边的场景。看到几乎都是一片黑，你注意到的是你来到一个空格、oh. 像是这样十字黑白十字菱形方格的房间，周边都有门，都是关上、嗯、对，你发现你家 DM 各种圈圈都用上好，你看到这些门都是关着、嗯、但是因为你带着花
花环的关系，然后最前面你没看到，因为你现在看到的视野只有你进去中间就是一个长廊，你现在还不知道周边有什么，还有菱形方格的地板。嗯嗯，有什么吗？有什么我觉得特别的东西，或者说 perception 劣势，因为毕竟你能看到范围比较少。当然，大嫂，你要抵着门吗？还是门让他关上？我要抵着门，然后对着 Efren 还有卡特里说：“哎、欸，这个房间是那么的香，你们想要留在这边一辈子是不是？还不快出来！”我现在语气有点不好。稍微看了一下 Efren 之后，然后先走出去了。嗯，我是走在最后面，但我会在门这边，然后再回，然后看，就是想要观察一下房间内。你不管怎么看，已经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就是普通的房间。但是你注意到原本应该有放火烧的痕迹，但是却没有。一般来说，火燃起来应该会有火烧的痕迹，但是却没有。我眨了眨眼，然后走出来，然后吹，就低下眼，然后亡灵的玩笑吗？我会这样子，就是小声的低语。我还是没有听得到。嗯，我刚刚讲话，大家有听到吗？我知道，我说角色会听得到吗？角色会啊，因为你们在长廊，你们现在都在长廊，听得到，会有回音啊，会有一点回音。对啊，那说好，你在观察的时候，你同时也有听到 Evelyn 在，就是好像在喃喃自语什么，虽然不是很清楚。那你周边你注意到，你往大概是往到中间，你看到虽然不是很清楚，但你有看到几个个体在这个房间附近个体。然后还是人吗？是人吗？看起来好像是。有，看起来像是人，可是又不太像。周边都有。干嘛？我要先移动到这边，可是还没有踏到格子区的范围内。大嫂，你用你的提灯，就是照一下。当然说好，你应该是有看到。哎、欸，好，然后看到一个亮光，这个提灯亮光照到你，发现大嫂现在照的地方有不少人偶，那种训练用的人偶。那我。对，海啸没有类似的素材，那种训练用那种装吗？对，木装生物吗？好酷啊！人偶，对。啊，那我要先回头对卡德里还有艾弗伦说：“喂，跟上啊！落单了怎么办？先讲哦，如果在这边迷路了，林北是绝对不会再折回来找你们。”算了，我随便拿那个圈圈来做那个人，因为 Peter 还没给我那个素材包。他昨天晚上没睡好。Hello， 这个 Efren 卡德利可以不要留在原地吗？我就是在一脸看着你们到底在干嘛。不是，出路就这边啊！我们在找路出去啊！我们在找路出去啊！不然能再看起来像在干嘛？野餐吗？木木说：“看到我就是那个小，就是那个微微的跟在卡德里的后面，但没有靠后面没有不后面不见，就是我没有靠近，就是没有说靠很近，我会保持一个距离。嗯嗯嗯。然后你在跟在后面，因为毕竟你跟他有距离。你在走的时候，当然，大傻，你是先往前稍微照一下。你现在是对这边，然后卡德里在这边。但是你在往前走的时候，你听到后面好像传来沙沙沙沙。你往回头看，你看到好像有个人影从后面晃过去。我就是微微的凑上前，然后呢，就是我会捏着卡德里的那个衣服的下摆，但我一直在回头看。我稍微回头看一下吧。
你稍微回头看，因为你是稍微，所以你看到就一片黑。你现在看到的场景一样，就我可以再贴，就是看到就是这样状况，也没有什么特别。好，那我要先来尝试开离我最近的这一扇门。好，你发现一样，门没有锁。你打开，你是直接打开吗？还是什么？我直接打开。你，我不想在这地方多待任何一秒。你打开，你看到里面是虽然是空，看起来是蛮空旷，然后也看起来好像是有被人使用过。那你注意到这个杂物？它好像是杂物间，你注意到好像有各式各样，你看到了倒落的柱子，然后还有厨余，没有这么大，没有这么大，我放心，没有这么大。啊！我直接被砸死了，不怕不怕，柱子好眼熟啊！不怕不怕，各位再见了，不怕不怕不怕。你们看，刚才看到是这样一个大柱子，然后还有几个超嗨的。看起来像是食物的东西。欸，这个柱子有挡到我往另外一个房间过去的路吗？有一点，但是你还是可以挤过去，你是可以用挤。嗯，这样子的话，我想先不管这个门，我想先去试试看另外一扇旁边这边这扇门。对对对，看。好。你发现这一扇门是锁的，看起来好像是被人好像从里面挡着锁着。然后 Dasta， 你听到了，你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嗯，我要回头看一下手汗。告诉我，是不是你也听到了？还是说又是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听到而已？是这样吗？我听到吗？有，你有听到？惊讶的看着大傻，然后说：“没有的，我也听到的。”你觉得要开吗？我跟你，我剪刀石头布，我开你不开。OK， 剪刀石头布。我出布，我出石头，所以是，所以是，我刚刚是开还是不开孔？你看到说话很紧张，然后他好像甚至忘记自己到底是要开还是不开的。我输了，所以是开还是不开呀、算了，反正门是锁了，基本上开锁应该是我，那我选择不开，我要去试试看这道门。欸阿斯塔，你在往另外一扇门前进的时候，你听到了小小声的“救我，救我！”我要看你的手汗。那这样的话，我应该在这边吧？如果有听到声音的话，我要看着我面前的手汗，然后说：“幻听，还是说你也听到了？”我有听到吗？多少 perception？ 我有听到。哦，你。十二有，很小声，微小，是女性的声，小孩子声。觉得我们要不要选另一条路呀？我超害怕的样子。卡德里 ，Efron， 赶快进来，然后待在手腕旁边。你说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吗？然后我带着他一起往里面走。你刚刚搭讪现在脸色有点苍白。在你那个带着我过去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一直还是在注意长廊那一边，然后我又看了一下大家，然后看着那个达斯坦的脸色，你会看到他开始有点激动了吗？你会看到他有点冒着冷汗，然后听到你说亡灵，他就是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亡灵的时候反而有点松口气，呼，只是那些家伙吗？然后我要准备去开门了，你加油，我走到这边。诶，他刚刚是说从里面上锁，那这样子这个门有那个
你可以尝试开哪个？你还是可以开除。掉了，刚刚。好，那我在开锁之前，我一样要对着我的三个同伴，然后说，指着另外一扇门跟对角那一扇门，然后说，那扇门没有上锁，如果大家出什么状况的话，你们就往那扇门里面跑。然后要小心点。那我要偷看一下那扇门，我要先偷看一下他叫我逃的那扇门是不是安全。万一底下是个洞的话，就好笑了。那一扇？没有，里面就。就柱子啊，柱子哦，我就会哭出来，看到吗？我想要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是，你打开了达斯坦说的那一扇门，看到就是一个柱子，然后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食物，看起来好像是晚宴的食物的厨余。想要看食物的部分，你注意到厨余，看起来是剩饭剩菜。没事。那我就站在那边，然后压着门这样的感觉，随时要跑。好那我在开锁之前，我要特意再看着卡德琳，然后说，那两个就交给你保护咯，然后去开锁。嘎，我开锁可以不要那么好啊，十九。咔嚓，听到了锁打开的声音。哦，我真的听到开锁的声音了，可爱！我要把门推开。你缓缓将门推开的一点，你看到了，看起来是并列的床。我先贴一下，看到的是就这样子。要我要复制贴上一下子，笑蛋。好，那我要用我的手抵着门，可是我们要踏进去，我就朝着里面大喊：“有人吗 ？Hello！” 你看到的，好像看起来像是一种，有点像是客床吗？还是你也不太确定？但你发现在最你以你就是走到这里，还是可以抵着门，对，还是可以抵着门。你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里头，好像最里头的床，好像有什么东西。小小有什么东西？有，好像是个人，但是被被子，应该说他罩自己。嗯，然后那边是因为太暗，所以我基本上看不清楚吗？你有灯啊，所以你只能看到个体的形体在那。我要。对着我的三个同伴们说：“哎，我有看到类似人影的东西，哎，你觉得要进去吗？”然后再次对着那个人形喊话说 ：“Hello， 需要帮忙的话出个声，不然林北要闪喽。”达斯坦，如果你这个时候回头，我会看到我站在你后面，无声无息的。我要看着卡德琳，然后说：“啊，不是跟你讲要顾好。”是这样子吗？法莲会就是看着你，然后微微歪头，在看着房间内，然后再看你。艾弗尔，你也有注意到有个个体，好像在嘴角，小小也不大，但有脚，看起来好像是有脚。嗯。我想一下哦，啊干！我想到了，我要把我的分心炸弹丢过去，看看那个声光效果会不会把它照亮一点。好，你握紧那个炸弹，叫做分心炸弹的这个小玩意。当然，你知道这个是某个小 Kobo 所做的东西。你将这个小球丢到了角落，我拿这个镜子的符号，好了，拿这个镜子的符号做那个做标示。你的小球在这里，你听到了，你发现那个个体好像似乎是被吓到，钻这个石床下面有就它是有它是跟一般的床一样，可是它是石质，下面还是有那个空隙。你看到那个个体好像钻到了床下，好像躲，好像在躲。听到对，然后听到了 surprise， 你看到那个小球冒出了这样子。巨大的声响，
当然索汉跟他的没有听到这房间传来这样子分心炸弹传来的一个声光效果。那时候你这个会发光吗？那個、等一下，我先确认一下，这个会发光吗？因为这个会影响叙述。对，你这个会发光吗？会发光的。我分心炸弹全部都是那个转弹转出来的。好，你看到这个微微的光照，你发现是一个人形。那是 history。哦耶，刚好十。刚好十，你看到了一个半身人在躲，看起来是女性。我要听到，我要看到他躲起来的时候，马上喊了一句：“他是活人！”然后马上冲进去。我可以跑多远？跑到这边吗？还是说可以直接到他旁边？到这里可以。你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正在发抖的那个个体，似乎还有床单披着。你要怎么做？我要先回收我的炸弹。好，这样先回收我的炸弹。你来到这里吗？你看到是一个，那个是床单都是捆着，是一个小个体。啊，那我要对着我的同伴们的那个方向，就是那扇门大喊说：“喂，快进来，是活人！”哦，进去哦，里面是活的吗？是活人啊？有东西吗？搭讪的判定他认为是活人，因为如果是妖魔鬼怪的话，不会说被吓到，然后还躲在床底下这种动作。那说好，你也试试看。好，门关上，咚，一样，重力关上。嗯。啊，那我要看他的状况吗？他有生病或是干嘛吗？现在还是一个床单，有一个小个体。确认他的状况。你现在看到的是这样，你像因为以你的亮光来讲，你看不到钱，多少你看不到钱，你只看到一个个体。哦，不是，我要过去。啊，那我要先走到床的旁边，来这边，然后对着床底下伸出一只手，然后说：“不要怕，没事了，我们四个都还是活人。”你感觉到这个床底下的默默的，好像。搭起手，你拉，你感觉到冰冰的、冷冷。你看着这个小小个体，好像被你带出来之后，把床一下，那个体被你带出来之后，你看到他这个个体还是披着他的床。你要怎么做？看起来是手。嗯，他被我带出来嘛，然后刚刚说是看起来像是半身人嘛。嗯，那。带出场，什么鬼啊！我要小心翼翼的把床单掀开来看一下他的长相，或者是看一下他有没有受伤之类的。不是整个人，不是直接把床单掀开，就稍微打开一个角之类的。你打开角，你看到了烧毁，好像是烧过。你要再往上拉吗？我操，烧过的痕迹。嗯，那我要先移动到这边，就是尽量不要让 Efren 看到说这个小孩子有被火烧过，然后一样继续把床单打开来。你在拉开的时候，你看到的状况是这样，虽然其他人看不到，卡德里的话你也看不太到，但是 Dasa 你在拉开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半身人曾经和你在一起过。你看到那流着血泪的半身人，看微微勾起一个小小的笑，如他呼喊 ：“Dasta， 好烫，好烫！”你看到他哭着，大喊着。随后，你发现你握的那个形体变了，你看到他变成九斗马。变成九斗马的样子，讲出来的我，你看到变成就看起来这样子，我干，好恶心哦！请大家帮我甩仙宫。什么？平常要面对狼叔，晚上还要面对这个？哇！我只能说，你好巧不，那个怪物好巧不巧，触碰了打伞的地雷。
我十九。我 Natural 20总数25。OK， 然后说好19，其他两位。嗯，我有贴啦。看一下，85 ，OK。然后卡德里是8。好，是这样的。拉萨，你看到那形体逐渐变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看起来不属于，根本不是那一个人，根本不是你那个人，那一个让你失去了他，你失去了一切。你看着那一个影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咔的声音，你看到这个是猪化精灵，是的，看到一个猪化精灵举起他的手朝你先抓下去，这个是你在绿芽雪之前发挥。嗯，17中了。你感觉到那紧紧的抓痕，你发现你身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的抓痕，但是随后你感觉到你的一块皮肤被它剥了下来，小小的，你受到了5点伤害。我还站着没问题，然后你们会看到大山。被打了这一集之后，他会先看一下身上的伤口，然后很冷，非常冷眼的，缓缓的抬起头，然后对着那个家伙说：“我不确定你听不听得懂人话，但你真的犯了我的大忌。”换我了吗？啊，你的回合。哦耶！你是第一个，当然你是第一个。好，那我要抽出我的。弯刀对这家伙进行攻击。好，来，请问17有中吗？有中。然后，卡德里中间隔了大概至少一个半个时床，那这样子算在5尺内吗？是。可恶，卡德里，给我滚远一点！我家没有 sneak attack。瞬间迁怒，瞬间迁怒。这样子的话是11点伤害。好 ，OK， 好， oh. 你举起你的匕首，然后朝他砍下去。你看到了这个怪物痛苦的呐喊着，但是你发现好像怪怪的。嗯、你有波段筛选吗？有，我要用。等一下，我稍微移一下蜘蛛，蜘蛛挡到我了。好。我要用我的 disengage 移动到这边这一格里面去。哎，没问题。好，结束我的回合。再来是手号，你要做什么？因为我现在在有点遥远的比方嘛。嗯，我来看一下哦。啊，对了，我给你们看一下，你们大概现在视觉可以看到的大概是这个状况。啊，对，虽然是算不是国龙经理吧，但是就是一个。大概像是这样。嗯，怎么了？哦，图片吗？呀，好恶心啊！好恶心的干，超恶心的干！我要叫出国龙，然后出现在大傻的脚边，踩住他的一只脚，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可以回，我记得你刚刚有受过伤，所以你回了。1d6，2，你回了2滴血，你被踩了一只脚。你说谁？大肠的脚，国荣的脚。国荣踩住大肠的脚，那个，然后被踩了，咔，右脚，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再放个，大肠现在离那一只虫虫很近吗？比较近的应该是卡德里吧。你都记得是卡德里哦。比较近的是5英尺吗？你没有在他身边5英尺吗？有，算是有吧，因为我有点。干卡德里走开啦！直接开枪，都被走开了。然后我要丢，好吧，那我就丢 dagger 好了。我要丢那个薛定谔的匕首，开心。虽然他不是正版的薛定谔匕首，不是正版的，没问题，就是那一个匕首来吧。但是他是始祖匕首，来。18送伤害，伤害我要甩1d4，然后再加上2，再加上
八点伤害，好。啊、你看到这个薛定谔，他到底真的存在吗？嗯，确实是存在，因为他是始祖嘛。你拿起这个匕首，然后往这个丢过去，但你发现匕首穿过去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怪物痛苦的哀嚎，但是它并不是插在上面，是消失了。等下，是我的匕首消失了，还是他消失了？匕首，卡比亚，我的匕首！再来 ，F， 我一边大叫好，一边结束。再来 ，F， 我看得到他们这些吗？都看到。他看着我匕首，我这边看着，就是看得到他这个匕首，然后就是消失的情况的话。我会稍微沉默了一下，然后从那个包包里面默默的掏出了一瓶圣水，然后就是，如果又是亡灵的玩笑，那就给我回去吧。就是我朝着那个这个蜘蛛，然后就是把圣水瓶砸过去。来，猴子，哎，来吧，来吧，孩子。哎呦，十八呢。你将你的圣水丢过去， oh. 你听到，你发现这个蜘蛛并没有所动，但是你确实听到了圣水好像泼在什么地方的声音。我听的这个声音呢，就是如果是幽灵或不死生物会有用啊，难不成是妖类的？再次，阿德里。我要直接起我的剑，发出短剑，好。卡特琳，卡特琳，你可不可以不要在前面？你用 disengage 离开那边好不好？因为你攻击的话，你在移动会被借机攻击。我先讲一下。但是我如果往前跳的话，就不会在你们五尺内了。对，可是你要移动的话，你现在在他的攻击范围内，你要移动的话，你就必须花费 action 做 disengage， 才不会被他借机攻击。哦、oh, ，那算了，那我拿匕首丢过去好了。啊，等，没有，他在你五尺，你要丢也是可以的。卡特利，我是建议这样子啊，你不要攻击，然后你去守着 Efren 好了，因为现在 Efren 没有魔法，你用 disengage 往后退。哦，好啊，那我就退到。你是 disengage 吗 ？disengage 的话，你是没办法，你只能退到，你只能退到这里，就是他不会打你的。有那么短吗？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啊、有那个、啊、有石床啊，你要他要顺着石床走。哦，对哦，他还有那个石床。哎，那这样子的话，卡特琳自己思考一下好了。因为你做的话，就这样，就对，你就这样子收不回去了。所以卡特琳，你有 bonus action 吗？我记得好像有哎、欸。哎、欸，我卡特琳，我记得你 bonus action 是我们最多的一个。你好像有一个可以消耗气点，然后增加你的跳跃的，是不是啊？我有点忘了。对啊。哎、欸，等等，我看看，还是我啊？算了，我的附赠动作，我要用我的灵巧格挡起我的长剑。哎、欸，灵巧格挡的话，必须那个。哎、欸，哦，对不起，你必须要先用拳头打他一次才可以哦。可是你可以消耗一个气点，再 disengage 或者是 dash 一次。然后你该回合的跳跃距离会增加的话，那哎，那敌人他这样子，他已经有 disengage 一次了，那这样子他可不可以直接后面就变成 dash， 然后就是跑到 Efren 旁边，这样应该就不会被借机攻击了吧？disengage 这样子可以，他 bonus action 可以用，他是要消耗气点吗？还是？好，我消耗一点气。你帮我甩个 acrobatic， 帮我甩一下，因为你要翻那个石床。你是可以跑，但是我要看你，对吧、啊？谁知道呢？嗯，
半，你用全形这样不会跑出来。OK， 没问题。我以为你会叠个狗吃屎，但不会。好，你翻，你华丽的翻过了这个石窗，然后靠到了 Evelyn 旁边。你注视了这个巨大的蜘蛛，再来就是他了。你看到他动，动到这里，跑到这里来了。所以是的，他第一手。他是这样的，蛮有趣的景象是说，好，你看到国荣原本好好站在那边，但是在一脚刺下去之下，发现国荣消失，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不知道。你看到他再举起一个像是火焰球般的东西，请 Dustin、阿德利、Evelyn 三位 Dex Saving。我这边17，阿德里，不好意思啊，你感觉到，你突然感觉到好像有一个巨大的火球从天而降，你们想起了那个画，那个画面既痛又痛不伤。OK， 是这样的 ，Evelyn 跟 Dustin， 你们吃了6点伤害，但卡。吃了12点伤害，你感觉到那种灼伤的感觉燃烧着你们，你们想起了那一次的巨大的火球，但是你们看了一下，你们身上并没有被燃烧的痕迹。可是伤害确实是有造成，对吧？是，所以再来是你的回合了，大嫂。这只蜘蛛的体型算是大型吗？还是什么？是大型。我是中型体型，我推得动它吗？你可以试试看。我想一下哦。现在这样子 ，Efron 跟卡德他们也算是在我五尺范围内吗？是。不好意思啊。我说实在，大家想要我不要用 Sneak Attack 明讲，不要这样子抱我后腿吗？真的是。好，那我想一下哦。因为刚才已经连续两次发生神奇的事件，第一个就是匕首不见，然后再来 Efren 砸的圣水瓶也对这家伙没有效，甚至还有点穿过的感觉。那么我要用我的 action 先 disengage， 我稍微移一下蜘蛛，我才能点到我自己。对，可以我要先用我的第一个 action， 你可以穿过卡德里根那个，你大概可以到这边吧，你可以大概到这里 disengage 可以到。因为你要绕过那个石窗，对。好，我先到这边之后，然后我再用我的第二个，我用 bonus action 再次 disengage 到 Emil。我已经 disengage 一次了，那我要直接 dash 到守汉这边，然后看着守汉，然后问说：“在你的知识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幻象，可是会造成实质伤害的？”我能知道吗？我知道吗？你有 detect magic 吗？我没有，没有。他说不知道，就鬼吧，是鬼吧，是蜘蛛鬼吧。好恐慌。左汉可以塞个 history 吗？等一下他的回合的话，他可以尝试，但是没有 detect match 我没办法讲。对，就是我已经问过我们家师傅了，没办法。好。所以就直接收好你的回合啦，对吧？你要做什么？好，我要先干化一下，我要对 Efren 还要。走汉，我对 Efren 还有卡德里说：“门其实没有上锁，你们要不要离开啊？”我觉得可以，这家网络有点奇怪啊。对，我用那个 history 的话，请问我会消耗吗？我会消耗我的动作吗？啊。那我直接开门离开，我可以开门离开吗？可以，说好，你直接往门冲过去，直接就是整个就是用尽你吃奶的力气，你可以，你因为你半身的你25尺刚好可以，你直接就砰，你直接冲出去，哟吼，快打，狂奔系列，啊，干我的匕首，干摔了，超崩溃，
好，我结束我的回合。好 ，Evelyn， 你要做什么？所以到，现在这个蜘蛛我有一道，对，拉下来。一条好大、哦。也是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啦，我也是不会反对。现在是 Evelyn 的回合。Evelyn 跑哪？缺什么消？等等等等，有收到声音吗？有听到你声音了。你移动距离有那么远吗？没有没有。那个不是那个用那个猫之迅捷的那个能力的。猫之迅捷的话，你可以到达这样子的话，你会被趁机攻击哦。来吧，那我让你，那你就是你直接用你的反射射击直接。看到，因为毕竟是一只大蜘蛛，你怕的要死，你直接冲往门大力的冲去，然后这个蜘蛛给你是26，哦，好痛，好痛啊，好痛啊，26伤害，你直接，没有没有，他是26了，26中伤害我还没晒，等一下，26是26，命中伤害，不是伤害，抱歉，大家可以睡觉了，我现在要晒伤害了。好，啊、怕直呼吸。Evelyn， 你受到了14滴伤害。啊，那的话我倒下了。说好，你看到 Evelyn 直接冲了出来，面带恐惧，但是你看到他摇摇晃晃，砰倒下来。但是你发现很奇怪的是，他身上没有伤。嗯？咦？困惑。是的，我倒了，大家谢谢。好，阿德利，好，树，我要。可以拉。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现在就是往门移动的话，我也会被接。Disengage， 你想移动的话就 disengage。嗯。因为我现在剩四滴血，所以有点。Disengage 就不会被攻击了。哦，触发你触发我会很难拉。你现在卡德里，你一般的移动距离有40尺，所以你应该至少可以跑到门旁边。那我可以用 disengage 跑到门那边吗？就用掉你全部的所有回合，然后移动到门，可以。然后是 disengage， 好，好，你直接移动到这边，然后看着门，啪啪啪啪啪啪啪，我要出去。好 ，OK， 那还是这只巨大的。蜘蛛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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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来了。”好恶心。然后 Dustin， 你看到那巨大的爪子朝你戳下去，17中了。你感觉到那巨大的爪子朝你袭来，你受到了哇！这是他 OK 好，你受到了8点伤害。我还站着哦，那就直接是你顽强。对啊。我想一下哦。卡德里是穿过那个门了吗？还没，但是你可以推开他先出去啊。我要撞卡德里。砰！好，你冲就是两个人一起这样穿过那个门，迈动咯，这样子的去撞他，然后带着我跟卡德两个人穿过那扇门。好，那大赏帮我甩力量，卡德里帮我甩力量豁免，来。你是不是要被撞飞啦、啊、我这边才21。21好，然后卡德里呢？好。没问题。是这样的。卡德里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然后突然你就被轰出去，然后看到门就是砰。门带上。然后你也被甩出去这样。然后卡德因为你被大市场这样子肉弹。丢出去的关系，所以你受到了撞，因为你还是地面会有撞击，你受到了3点地面撞击伤害，然后你们听到了房内里面，好像听到了那8只脚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听到砰砰砰砰的那个爪子声音，好像在敲人的门，砰砰砰砰，扣扣扣扣，然后突然一切停，但是还没结束哦，因为 Evelyn 还没那个，所以再来是Dustin要做什么？我还有 bonus action 啊，我的 bonus action 只有，对，
欸，那我这样子没办法，那欸，不然好了，我大学好了，我撞开卡特里之后，然后我要，我在哪里？等一下，我突然点不到我自己，要找到，我要 dash 到这个门这边，钻哦，打开这个门，打开，好 ，OK， 这门打开的状况，好，然后我要看着卡特里跟手腕说，欸，把 Everyone 背起来，赶快先跑了。再次说好，飞起来，飞起来！我对卡德里指责卡德里说：“你把它飞起来。”然后之后我来了，我绝对飞不起来，我绝对会被牺牲掉。我要用，我给你水好，直接给你水比较快。我要灌他水，1D4够吗？还是太少？大家觉得？我觉得先灌个 1D4 吧，接下来能避免战斗就避免战斗。好 ，OK， 1D4加一，所以是3+1等于4。哦，好哦。我戳了一下 Effort 的脸，说醒来醒来醒来，然后之后拿着空瓶跟瓶塞，然后手刀冲往大嫂的方向，我可以冲多远？我可以冲到他背后。你灌完这是一个动作，哎，这样子的话，一个动作 ，OK， 就到这里。然后结束先攻回合，因为 Everest 恢复正常的状况。哦，先攻结束了。好，那我要说，我要抵着门说，哎，赶快先穿过这扇门。我觉得我是好，虽然没有受伤，但我觉得好像失血开始有点过多了，开始没有什么力气。医生。好，默默的在开瓶药。好的，Everest说好，你们在这慌张之下，你们往回头听到那一扇那个原本你们有是巨大蜘蛛的那一扇门，发现很安静，什么都没。要死啦！各位，赶快过！我纳闷着歪着头，然后就，这真的太奇怪了。如果是亡灵，应该圣水会有用，可是。那个似乎不是，到底会是什么？管他是什么，总之接下来不管是有人求救还是怎么样，不要管了，我们就是出去再说。这边真的太邪门，走啦各位，麻烦赶快穿过这扇门，我觉得我越来越没有力气了。我推着打伞的后面，走。没有，我现在是抵着门，你可以直接从我旁边这样穿过去。哎，我被移开了，好可怕！瞬间，我把你移到的，让的，我可以移动其他的东西呀、啊。他的腰，我要推着你，我才不要走第一个的，干！谁要走第一个？我稍微看一下，我要。卡德琳，你注意到一样的景象，你看到一个压倒的柱子，你感觉很眼熟。然后周边的食物很眼熟，到底眼熟吗？还是没有？这应该不是我们。虽然是剩饭剩菜，但是很眼熟。我说另外的两位，我真的快要撑不住了，能不能赶快先穿过门？说的非常吃力，只是看到搭伞的脸色已经非常的非常惨白了。跟那个时候基本上人快趴下来的时候一模一样，那时候甩生命甩甩了两个Nature One一模一样，拜托赶快穿过去，我没什么力了。是吗？哦，我看成那个是我看好，我穿回来，未来吧、我牵着 Everest 的手轻轻拉着。好，那所有人过来之后，我终于砰，就把门给放开，然后自己拿起了一瓶1D4+1喝下去。我看一下大家的状况，大家看起来正常吗？就是有人要死透了的脸吗？我原本是一个快要死透的脸，可是，在喝完药水之后，变得有点气色看起来有点好多了。好，我要再默默拿出一瓶水来喝。
太活泼的先生以外，大家都还好吗？我看了一下旁边的人。我自己也现在拿出了一瓶水。没问题。可是我在喝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好奇怪，幻象还是亡灵？可是不对啊，手汗，你都没有相关的印象或知识吗？我不懂了，我这辈子都在工作了，对不起嘛。崩溃，射出戳到痛处。我不懂啦，总之很恶心啦，反正是蜘蛛，然后什么鬼的，我不懂啦，就是很恶心就对了。我们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吧，这边还没有培根，而且我好饿。哎，崩溃！说到培根，你们不觉得那个柱子跟这些剩菜剩饭不知道为什么熟吗？这个柱子是那个柱子吗？试问，那个柱子感觉很眼熟，你可以撒个 history。我要撒个 history，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眼熟，连剩菜剩饭都很眼熟，是怎么鬼？我撒出了17，你感觉好像很眼熟，感觉在哪里见过？好像曾经在某个宴会上，好像看过这个东西。那个讨厌的宴会吗？那个很爆般讨厌的宴会吗？是吗？但是你们只有看到柱子，还有一堆食物。等一下。我有一个理论，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刚才我们先是碰到了火焰。我们被关起来烤，是不是以前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然后在那个房间的时候，那只蜘蛛变化之前，它曾经它的样子原本是我认识的一个人。然后还有现在这个房间的这根柱子，还有这些剩菜剩饭，跟宴会那个时候很像。会不会我们看到的这些幻象都是从我们记忆里面挖出来的？我接下来就要遇到我的业主了，干！我们快离开这个地方吧，太恶心了吧，干！我可以不要吗？皱眉。所以可是如果我们真的都是在看到我们自己的幻象的话，我转过身扇卡德里一巴掌，啪！应该就醒得过来了吧？有吗？卡德里有醒来吗？等一下，他喷出去了！卡德里出去了，你把他打出去了！卡德里喷出去了！啊！天，卡德里出去了！我拼命摇着卡德里的领口，卡德里，真的去了，夸胡真的去了，没事，真的去了，这个不是演的，是真的去了，真的去了，真的出去了，我还在，我拼命扇卡德里巴掌。我还活着，没事，谢谢。啊哈！我虽然讲好，但我还是一直拔。yeah. 那个时机点实在太巧妙了。好了，干。那么，他真的失神。你看到卡德里一瞬间突然失神，然后摇了摇，哎、欸，回来了。卡德里打仗。哎，各位听我说一下，我以前曾经听说过某一些地方的监牢会是要求犯人反省自己犯下的过错，然后做出弥补之类的。我不确定这个监牢是不是同样的原理，但至少感觉上好像我们所经历的这些都跟我们曾经自己有关呢。我看了一下大家，然后再看一下卡德里，罐东西可以给我拿出一罐2D4+2的药水，然后看着卡德里的蛋蛋，喂，我觉得你的事情有点失礼。可是不是说只要道歉就可以了吗？你还是先收回去吧，药水我还有。
原谅我了吗？这也只是我的猜测啊，因为毕竟现在掌权的是艺术家那王八蛋，所以搞不好也只是单纯想要虐我们而已。看着卡德里，你原谅我了吗？不管怎么样，你先假装原谅过 我，你然后拿这个东西，你拿下这个东西，你拿下，拿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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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他拿过，我看你都知道有发生什么。说好在说的时候还那个间那个空间还会一直出现拿啦拿啦的回音，拿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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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我他拿接过东西之后有发生什么事吗？没有，我看一下这空间，妈的还我，我把那个药水抢回来，跟那个人期待我怎么？我要在他们打闹之前去研究一下这扇门。他有上锁吗？没有，卡德里也夸下说：“我才没有，我才没有抱歉的感觉呢。”你怎么在想什么？我就不甘心软的，可恶！好了啦，不管怎么样，总之先离开吧。那既然有个假设的话，如果接下来看到什么样的情形，如果是……从你们的回忆挖出来的，麻烦就自己承认一下，我们好方便避开或者是绕过去之类的。好，那我要把这扇门打开。你发现你推开这一扇门的时候，这个非常安静。你看到的是，你因为你现在在门口，然后其他人我先注意一下，其他人在哪里？你们都是在边边没看到，还是我先注意？我要确认一下其他人的情况。我在后面啊，我是那个移动到柱子这边。好，是这样子的。那这样你们都会对卡德里看的比较不清楚，卡德里看到应该是达萨的背，真可惜。但是达萨，你打开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很奇特的景象，你看到里面是影贼的窝，但是而说好你看到的是马戏团的舞台，而艾弗伦你看到的是一个魔法的救赎。各式各样散乱的八字，还有一条尾巴，红色的尾巴，上面左边有好像有穿环，但是你眨了眨眼，不是。这门是那个刚刚在重新叙述一下，我好像有点对，现在门是半开的状态这样子。啊，不是阿布，那个麻烦你重新叙述一下，因为我刚刚那个声音有点糊掉。好，那其他两位那个大嗓跟守号的，我这边听得很清楚。那守号的有听吗？有听到吗？我听到。好，那艾弗兰，你打开，你发现是一个魔法的研究所，看起来比起说是研究所，更像是书房，而且有很自然，像是自然景观在附近。你看到散落一地的笔记，各式各样的书本，你还看到了一条红色皮肤的尾巴，有一个金环穿在它左侧，但是你眨了眨眼消失，你看到是这样的景象。大上，你现在是开一半开的，现在没有全开，然后你。大傻，你仔细看着这个淫贼的窝，你好像看到没有任何人，是，就是桌子，还有昏暗。好，那我要对我身后的三个同伴说：“那个房间应该是我的了。这边应该是我以前在安姆的组织的老巢。”然后把门整个打开，往前踏进去一步。没有在听你说话。在你做说这些事的时候，我一边发出小声的干干干干干的声音，然后一边往后退，超害怕的样子。我这边的话呢，那个因为手汉你就在我旁边，所以你应该会注意到说，我现在是那个一只手掐着自己的喉咙，然后另外一只手抓着胸口的衣料，然后整个人蹲下来，然后一脸要哭出来的那种感觉，可是脸上很茫然。由于大嗓你全开，所以卡德里你看到很奇特的景象。你看到大食堂走进去的是你的修道场，是你父亲的修道场，但是没有任何人，是昏暗的。到的好像跟达斯坦你看到的不太一样哎、欸，守汉，你们看到的也是达斯坦说的那个他的老家老巢吗？想上班啦，可以现在不要吗？可以不要进去吗？守汉。你看到是一个你的那个舞台，就像是你以前正要踏出、正要被他们推上去进行那被称作表演的时候的场景。
会看到真相。但你发现下面并没有任何，是一个很昏暗的舞台。我们可不可以走一条路啊？这边有点不妙啊！等一下，等一下，卡德里，你刚刚说什么？你刚刚是说你？你看到什么东西？我看到以前我在我老家的练武场。小浩，你看到的是什么？啊，算了算了算了。我这样子问你好了，你看到的东西是不是跟你的过去有关？好，那 Efren 你靠哟，Efren 是变成那个样子，怎么都没人注意到？你在注意到我的时候呢，你们要是全部都看过的话呢，你们会看到是。我现在是一手，就是左手，就是有点捂着脸，但问题是整个泪流满面的，就是整个眼神是完全无神，开始抱他，我抱着 Ever， 冲过去到 Ever 面前看，说：“干，发生什么事？”我想不起来，不对，我可是想不起来，我想不起来，我抱抱他。我要啊！我不要走这边吧，我觉得这里不好啊。不是啊，可是感觉上只剩下那条路我要回来这边研究。我看得到对面那边有一扇门吗？是。我能够感觉出来，是大概几尺的范围。你发现，你是现在退回来吗？对，我现在是在这个房间这边。大家确认一下，你现在是在这个房间里，这个看起来是……没有没有，我是要跟 Efren 他们在一起那个房间。好，你退出来的时候，你发现门是带，就你在出来的时候，因为如果你手松开，你发现门砰关上，你看到原本啊，对，这个门就是这样，三道门是关的。好，那我要走到这边把门推开，可是没有进去。然后你研究一下，你在推开的时候，你发现现在状况又不一样。你稍微打开，发现里面是一个很昏暗的，好像是一个雕像在。你不确定是什么。那我要先回头问一下，我看到的东西有变了，你们看到的东西有变吗？有吗 ？Perception， 看一下，19。法莲他这边是稍微愣了愣，然后有点闻的，就是抬头朝那边看过去。Soha跟 Ever， 你们看到确实变了，现在是好像看起来是雕像，一座雕像，一个形体。但是你们随即也看到正在歪头歪脑抽卡德里突然跌倒，好像是被一旁的一个食物绊倒。卡德里，你受到，你看到卡德里跌了一个狗吃屎。你看到卡德里受到，对，还好你受到一点伤害，一，看起来这个食物并不是，你看到是，你跌下也发现是沙拉，好像被切了大块大块的，是谁会做会这样的事情呢？谁知道呢？哦，那个沙拉看起来怎么格外的眼熟啊？闭嘴！我觉得我刚才的猜测应该没有错，从我们的记忆里面挖出来的，专门针对我们的一种讨厌或者是酷刑之类的。嘿，那如果我们闭上眼睛呢？你还看得到沙拉吗？不是啊，沙拉都把卡德里绊倒了，那个应该不会是幻觉啊。如果就是我们看到之后，我们觉得是啊。你再踩一次看看。我把卡德里推过去踩。好恶心哦！不要，黏黏。别玩了，别玩了，先出这个地方再说。所以确认一下，大家看到的东西都是那个雕像吗？是，你们看到是一个十字的雕像在中间。我对我没有那个头肯，只能对我没有那头肯，但我随便拿一个，做一个那个记号。你看到那个十字的雕像，不是手榴弹哦，十字的雕像，然后看起来是有一个像是有一个人形或是哦。
人形的雕像，他正睁开着双手，然后就这样子伫立在中间。我有一个想法哎，各位。看到的东西应该都是这个雕像给的幻觉，可是我们现在既然可以看到雕像的真身，那是不是代表说他的魔法没有启动？我这时候拿出我的五十尺绳子，然后绑在自己的腰上，然后把绳子的另一端交给卡德里，然后对他说：“等一下，我说拉的时候，你就尽量把使命全力的把我拉回来。”哦，等一下，等一下，你是说他有魔法吗？我抓一下打死他。我不确定啊，我对魔法没有感知，我瞎猜的。感谢，我感谢啊！我能感受到这个地方有魔法或之类的吗？你有 detect magic 吗？所以我感觉不到东西。那我拿起我口袋里面的一片培根，然后往那个雕像上面丢。你看到培根好像打到这个雕像上，然后落下，落在那雕像的旁边。来的时候记得帮我拿回我的培根，就这样，你去吧。你动作林北很闲哦，然后对着手腕稍微小声咒骂一句，然后说很认真的看着他说：“哎、欸，帮我抵住门，我要进去了。”好，哎、欸，小弟弟记得哦，我说拉的时候就把我拉回来，然后朝这个房间踏出了第一步，整个人进来房间里面。你踏进去，你看到你除了这个雕像站在伫立在中间之外，前面有一道门，你的右手边有一道门，就这样，没有其他东西。嗯，看来魔法没启动，那我要小心翼翼的绕过雕像，到达门的这一边，看一下这个门有上锁吗？没有。然后你也看到后面的门，带上，然后因为碰带上的时候，因为有那个绳子，所以看到那绳子有被压的。有人，我刚刚有叫手汉帮我抵住门，所以应该没有带上吧？手汉力量，给我力量。你的，Oh shit！我先说，就算没有夹住，我的头也会卡在那边，我是一个半身卡的状态，我会用我的脖子来牺牲。不要这样子。你的力量多少？十二可以，你勉强着用着你吃奶的力气，然后让门开一个小缝，绳子没有被挤压变形，小小的缝，好，还是挤在那边，然后脸有点痛的感觉，还疼。哎，好，那这个门有上锁吗？没有，我要把这个门推开。你推开，你发现是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实验室。你发现它有各式各样实验器具，然后你注意到好像听到人在叫嘶嘶嘶嘶嘶的声音。好，那我要先稍微抵住这个，哎，拉错了，不好意思，稍微抵住这个门，然后对着对着我其他三个伙伴说，顺着摸着绳子过来我这一边。然后如果看的幻觉的话，就把眼睛闭起来，顺摸着身子走过来就可以了。卡德里，你先走最后一个，其他两个人跟过来吧。我要去牵起旁边的 Efren， 原来看起来刚刚很伤心的样子，所以我要牵着他，然后一只手摸着身子开始前进，然后闭眼睛。记得叫卡德里帮你抵住门哦。会一直手抵住门。卡德里，嗯哼。哦，好，等一下帮我拿培根，谢谢。然后培根什么的很重要吗？我有点火大了，大。你要懂了。我拉着 Efren， 然后开始顺着过去。有正常吗？你们在过去的时候，你们只看到就雕像还是驻地在？应该是安全的吧？好。那个手汉，你应该会看到，就是我虽然跟着你一边走，我一直在盯着那一个雕像，然后就是，刚刚那到底是什么？不要看，幻觉！你刚刚看到任何东西都是幻觉！我要这样子对 Efren 大喊。我
如果又看到幻觉的话，就闭上眼睛摸着绳子走。不是，我直接闭眼，我没有要睁开眼睛。没事，没事的。在手上这样讲的时候呢，他那个应该会注意到说我是那个手一直紧紧的抓在胸口的地方。我现在是闭眼中，我超级闭眼摸的，我超怕。好，我超怕我一张开眼睛又要上班的。好，那这样子的话，你们两个到我那边来了吗？对啊，差不多吧。啊，除非那个，那除非你要宰了，不然就是你闭着眼睛走的话，看会不会跌。哎，不要玩家，现在玩家好不好？有摸着绳子应该还好吧？很难说呢。那我开始摸摸摸摸摸，因为他闭着眼睛领路的话，说实在的，这个不擦撞到实在是还是有点难度的。有拉着绳子应该还，对啊，有拉着绳子了。对啊，我是慢慢走，然后我开始摸到软软的东西，摸摸摸，这个到底了吗？摸摸摸摸，我还是闭着眼睛，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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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你摸到软软的东西，绳子是绑在我腰上，你快摸到我了吧？太爽！那个说好帮我 ED 二十，我看你摸到哪来吧。ED 二十劣势，劣势哦，哇，还劣势。因为他是闭着眼睛摸、啊，就是闭着眼睛的状态下，你真的感知会变得很弱，所以没有经过相关训练的人，真的在闭眼睛真的那个了。劣势玩十二吧，你摸了摸，他只是二，摸了摸 Dasta， 你觉得你的屁股吗？谢谢。你感觉你转头看一下史话，然后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晚点到酒店之后的地方可以再好好谈一谈。只是现在这边，对，太过热情了。我放开手，我放开手，看一下。现在不是讲这些的话吗？不是吧？我还是闭着眼睛，但是我手放开了。咦，卡特里，快过来、啊！你们到了没啊？卡德利，你可以过来了。记得看到幻觉的话，就把眼睛闭起来，顺着绳子过来。好，那我就看一下能不能看到培根。可以。不要管培根了。培根有培根，你发现培根上面长脏水哦。看起来在索汉的背包里待了一段时间，脏脏的，有点臭。我决定直接路过。哎、欸，你那个培根发霉了哎、欸，还要吗？哪有发霉？你才发霉了嘞！那个培根比你干净，它很臭。你才臭，你全家都臭。所以说现在我跟手哈的话，应该是那个吧，就是直接那个在对面那个房间了吧？但我们现在应该是在这边的，我已经摸到大傻的屁股了。对，摸到大傻。那我。然后我是牵着你，所以应该没事。卡德里，你要赶快过来吗？还是你要继续研究雕像呢？拜托，直接过来。我要小心的绕过雕像，然后往前面走。好，无视培根嘛。好。好，那我看到我的伙伴们都过来了之后，我要朝着这个房间走进去一大步，环顾一下四周，然后说：“这地方对我来说有点陌生，所以。”这个又是从谁的记忆里面挖出来的？看着我身后的三个同伴，我张开一只眼睛偷看。依照位置的话，如果手汉你也再往前走一点的话，那我们两个在门的道里面。嗯，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吧？你们看到的是一样一个实验室，然后看起来有大大小小瓶瓶罐罐，一样的情景，还有杂物，后面堆满了杂物。还有大大小小的瓶子，但是你们也听到了，在这个地方传出了嘶嘶嘶嘶嘶嘶的声音。所以我们赶快走会比较好。有听到？所以确定一下哦，有谁觉得这个地方很眼熟，或者是有印象吗？有印象？也没有。
欧耶，太好了，这样子回忆迷宫似乎到终点了，我马上很愉快的准备要把这个门给打开，走到这边来，先看一下这个门有上锁吗？发现锁。干！有吗？是他正常。听到了轻轻晃晃的声音没有？Sorry，那边还好吗？我还以为是真的。你还好吗？其实他没生力了，还活着吗？其实他没生力了，只有。好了，我开始打卡德里的那边。好哦，要回神了，好，没事。好，那我要先尝试开锁。你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尝试开锁。好，你先开，试试看，看你会不会开。我闪了16。你尝试听到咳，但是你发现并没有锁开的声音，很奇特。嗯，看来这个门有特殊加工过，开锁工具用不了了，赶快先把开锁工具收起来，不然等下折断。卡德里，你在往前的时候，你往后看，发现后面。原本应该是房间，但是现在变成石墙，两边都变石墙。哎呀，后面又变成石墙嘞！为什么又做怪事了啦？所以啊，我就说嘛，这个地方一定是针对我们所设计出来的记忆迷宫，赶快先出去吧。嗯，我这个门说我开不了，有特殊加工过的。大家四处帮忙找找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忙离开这个房间。嗯，阿德里，你要做什么？现在徘徊，在看到其他三个人都已经开始在那个，你要做什么？我们已经在房间的四周搜索。我也在里面看看有没有感觉能开锁的东西之类的。你走进去，然后。嗯，我看着那个关上的门，然后呢，就一直在盯着看。就是如果旁边大家有注意的话，是整个耳朵往后摊，然后尾巴也卷在腿边的那一种，整个低着头的状态。嗯，吧，感觉。我要先走到这边，然后借着身高差稍微。有点粗鲁的揉了揉 Efren 的头，然后说：“别担心，小猫咪，我们一定带你出去。然后回去继续搜寻一下，看房间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打开那扇该死的门。”你现在听到就是嘶嘶声音，还有散落的玉罐罐。卡德里看到也是一样。那手上你移到那边的用途是，那边的用意是什么？我想要看他刚是大厂刚是在看这扇门吗？啊，没有，我就是我想要摸摸它，感受一下它有没有法力，或是上面有什么奇怪的，就跟一般门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一扇门。This is a door。我可以用英文再讲一次。This is a door。如果你有 detect magic 的话，我可以对。如果你要施展 detect magic， 我就可以告诉你更多。但是对，因为至于 Peter 的修正，所以这是没办法的。你没有这个咒语，没办法。妥妥的，放一下那个门。哦。我想要追踪一下那个嘶嘶声的来源。嘶嘶声的来源，我有标记的。好，等一下，我点不到我自己啊！我被桌子跟圆圈挡住了。哦，抓到了！我要顺着嘶嘶声过去研究一下。那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帮我 investigation 啊！我被开除了，我这边闪了17，就是你在擦炸弹，然后呢，我们大家都短。你在翻找的时候，你发现有好像有瓶瓶罐罐，还有你发现堵，你发现有一下好像是堵，好像是治愈药水，然后上面还写着解毒剂、治愈药水跟堵，然后你在翻找的时候，你看到有一条蛇。缠到了你的手上，帮我做个 Constitution saving throw。
16。半伤，你感觉到一种痛感，咔咬住，你感觉到疼痛，你发现你的手出现了好像是蛇印，你注意到是两洞黑洞，你看到这洞微微的留下了一些，然后你看到那个蛇好像开始到处转。哇，对所有人说，跳到桌上，有毒蛇。我要跳，然后拉着 Efren。这是可以的吗？你拉着我的话，你拉着我的话，我会跟着上去。哎，大家，我看得到毒蛇的位置吗？有夜是可以啊。现在毒蛇是乱窜，就大赏的原本缠在他手上那条蛇，在咬下去之后，他钻下来开始在地板乱窜。大傻，你也注意到，他说还有一堆毒蛇在密密麻麻，唰，是一堆哦，开始冒出来。没有，修半级嘞，可以不要吗？恶心。我也要跑到桌子上。大傻，你在跑到桌子上的时候，你感觉到疼痛，你感觉到你那两个黑洞开始逐渐的改变，变成像是毒蛇，你感觉到刺痛。好，那我要用土法炼钢的方式治疗自己。我要朝着那两个黑洞尝试把毒吸出来。你就看到我在那边吸自己的伤口，然后把血吐掉。但是你不管怎么吸，什么都没有任何效益。但是你感觉到 Constitution Saving Throw 再一次。我觉得我可能要挂了，各位。人吗？我这回比较惨，这个就是15。你感觉到？现在连你的喉咙都开始有一点刺痛，你吸毒蛇，你帮我甩个 medicine， 只需要你的医药指示。那个打伞，不可以吸啊 ！medicine， 哎，靠！我眼干，我怎么找不到 medicine？ 哦，没有，找到了，14。你感觉你虽然无法确认是什么，但你确定是一种蛇毒。然后你现在看的是那一箱，你发现那三个箱子里面的密密麻麻，现在上面变得解毒剂。哦，会变吗？好酷，太酷了吧！你们其他人都是有看到解毒剂。哦，快点拿！对呢。啊，离我大概距离有多远？下面都是密密麻麻的蛇，大概是20 feet。哇！我想一下该怎么办。我想那个看着那些蛇，然后呢，就是缓缓抬起我的那个右手，然后就是孩子，抱一下。然后那个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呢，那个会看到说有一只那个赤红色的那个蜈蚣，就是那个爬出去，对，就是那个试图攻击下面的毒蛇。帮我闪他的攻击。哦，跳。不是啊，一堆毒蛇，你小猪了不起攻击一只吧？搞不好还会趁因为如此被打死。至少可以减少吧，不如小补，有减少总比没有减少好吧？不然呢？我这边骰出了3+1，这样的话呢，是好，帮我骰伤害。可以，骰到了那个3点。好，是这样，你。其他你们看到这一个蜈蚣默默的就钻下，从 Everett 的手钻下去，然后开始爬到那一群毒蛇中，而且它好像卷起了一条蛇，好像狠狠的啃咬下去。但随后你们看到了很特别景象，看到其他蛇涌上，把这个蜈蚣开始分解啃咬。这个蜈蚣 Everett 他去了，你们看到这个蜈蚣分解。一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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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分开，还看到像是淡淡的
红色的亮亮的液体流了出来，还有像是从内脏的一些酸液这样子跟着 流下来。我那个就是垂下眼，然后就是什么话都没有说。嗯，想要从包包拿出一瓶强酸罐往那些蛇丢。Ever in the bay。好，那个一样。第二十吗？还是？好，帮我甩个伤害。伤害是甩强酸的伤害。哦，二 D 六。OK， 是这样的。你这样子，你看到这样的状况，你现在赶紧把强酸罐往下往地上丢。你看到那些蛇，虽然就是各种就是各种啃咬，但是在这强酸罐之下，你们看到这些蛇开始被溶解，一滩一滩溶下去。但是你们渣渣也发现，应该是会残留尸体。或是残留一些块状，但或许可能是强酸太强的关系，现在就是一个一滩强酸在地上。对，蛇都不见了吗？不见了，应该说波的范围都不见了，所以就不见了。因为原本那些蛇都是环绕在那个附近，在强酸泼下去之下，现在只剩强酸。嗯，或许是被溶解，或许是被消失。那强酸的范围外面还有蛇吗？没有。好，那我要从桌子上跳过强酸水坑到大概这边的位置吧，然后走过去解毒罐那边看一下有没有适合我现在状况的药剂。上面只写着 antivirus 就是 就是那个 MD Venom， 就是解毒剂，解毒剂，解毒剂，它没有标识，就是解毒剂，都是解毒。有，但是一瞬间，渣渣也好像看到又变毒，但是你又在渣眼又看到解毒剂。你这时候看到打伞在那边自言自语。一个充满毒蛇的房间，然后在这边就摆了解毒剂，怎么想都觉得有问题。啊！我看那个东西是解毒剂，有个大想法，我要拿起一罐解毒剂，然后把它撒在门锁上面。你帮我撒个 1D3。等一下，电脑有点荡荡的。你撒的这个撒出来，你发现撒出是红色的液，撒在墙，撒在那个门上，然后你们闻得出那个味道，是治愈药水，你就这样子浪费掉了。啪！干！我要把这玻璃瓶砸在地上泄愤。总共几瓶？现在还有两。DM 的叙述有时候是很重要的，是给我喝的东西啊。试试看吗？死马当活马医吧。我来喝喝看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手汗停。要试毒的话，我来，反正我已经中毒了。哦，好，也是啦。可以的，也算我也不知道怎么小心。哇，打开一瓶，然后一还是喝了下去，一还是二，喝一好了。好，你打开了个瓶子，喝下去，试试。
拉斯塔，你感觉到身体开始抽搐不适，这个毒是 9D6 的伤害，我只能塞。What the？ 9D6 受到27点毒伤，你感觉到开始抽搐，你的心脏开始非常的跳动非常快。你还站着吗？没有，我倒了。你感觉到眼前一片黑，动倒下去，你还是在抽搐。我去灌水，我去抓一罐水，然后拍他脸上。我抓一罐那个，我抓一罐二 D 四，就是刚刚给卡德里的那罐二 D 四，然后塞到他嘴巴里，然后直接把卡灌下去。好，你塞。好，我塞。真的很烂甩，一加一加二等于四。拉斯塔，你缓缓的睁开眼，你看到梭哈非常紧、非常紧张的看着你，但你出现一个状况，你现在是心悸非常痛，你咳了咳，你感觉你咳出了什么？一把小小的钥匙，但是你注意到你的身体非常不适，你晃了晃你的头，你。帮我甩个 medicine， 优势，我觉得以你的背景，应该是会懂这个是什么。哦耶 ，Natural 团体还好有优势，刚你甩了五而已。体验到这个毒，你想起了，这叫做就是绿毒蛇之毒，这种毒液有强烈的毒性。你如果说没有接受等级六以上的圣职治疗解毒的话，你将会在十小时后真正的死亡。你现在是 stage one， 你现在是就是开始头痛 disadvantage。那我先跟你说这个慢性死亡的状态，慢性死亡有分四阶，第一阶会让你感到非常不适，也就是 disadvantage。第二阶段你会开始行动开始缓慢不方便。第三阶段你会开始觉得一切开始变黑变暗，第四阶段你就死了。我要哎，刚刚手腕说我他帮我关药水我补多少？四，好，我现在只有四滴血。是的，我要拿起最后一罐那个标榜最后一罐药水，可是我没有喝，我只要把它拿起来放进我的包包里面。解毒剂（括弧问号）可以记录在包包里。然后拿着我的那把钥匙，然后说：“我靠，这样东西居然藏在那种地方。”然后把那扇门很吃力的、很吃力的把这扇门打开。门开。你注意到这一扇门打开之后，你看到是两个楼梯，但你发现上面是两个石墙封着，也就是只有一条，好像是往外。好，那我一样要用我的全身的力量想办法抵住这个门，可是我这个已经非常虚弱了，然后对着其他三个同伴说：“赶快过去。”不要拖时间，直接先去帮白亚斯探敌人好了。啊，算我直接走进去，没事。我拉着大家，我是看我直接被盖在木板底下，你猜不透的我，超好笑，超好笑。你们看到大家说打开木板，其他你们看到后面是一条死路，疯的，跑出来。啊！我看到所有人通过之后，我就非常步履蹒跚的走进这个房间。你们看到门关上，很自动砰。你们看着四周，然后你们注意到唯一一个可以好像往外走的那一条路，好像站着什么人，唰，往前消失而去。你们看到前面只是一片苍茫的黑暗。算好像也没什么选择的感觉。我要把我的提灯交给卡德里，然后说：“
你带头吧，我开始，有点撑不住了，然后抽出我的弯刀当成拐杖。第一阶段只是感到头晕了、啊，还没行动不便，现在才还没那么重呢，还没行动，没有，我现在是只有四滴血加上中毒，所以我个人觉得他应该是行动不便的。OK， 好，我现在只是跟你说一下，你现在第一阶段了，你自动加值。没有，我只有四滴血，撑、不住。你要不要喝一点药水？我这边还有。不行，我们还没有出这个地牢，水不能乱喝。都这个样子好哦。我跟你讲，如果你人倒了，然后到时候没有药水，那才危险。好了。我要朝着那个。他们这样子讲，然后默默的，就是从包包里面拿出了一盒。要吗？一盒什么？这是什么？巧克力一盒子，然后呢是那个六瓶药水，可是好像获了一瓶不得了的东西，但基本都是治愈药水的样子。先留着，出这个地方之后再说。我现在的状况不是治愈药水能帮得上忙的，然后继续朝着那个长廊一步一步的非常艰辛的往前走。我说你到底是怎么了、啊？拿着提灯走在最前面去好了吗？看内层。你这么问的时候，搭讪会看着你，然后说中毒了、很致命的蛇毒、啊。先出去，我再讲解详细的。我能甩个妹的神，稍微知道一下，我有没有有兴趣的话，对，可以的，是可以的。好，我不太熟蛇的东西，我只甩了一个七，看起来是一种蛇。嗯，这看起来真像一种蛇，看起来很致命。我出去再处理，看着我处理吧。我就扶着他这样。我看看门有没有被锁。阿德利，你在看这扇门的时候，你听到里面好像说着一个你听不懂的话，好像是在交谈。我要看着卡德，然后说：“老兄，我没打算真的追艾米丽，你可不可以不要就这样放着让我死啊？出口它应该是这个方向啊。”然后指着前方的长廊。哦，我去，这边有人在讲话，虽然听不到他们在讲什么。奇怪啦、啊，那个一定是幻觉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啦。我可是因为那个卡你这样讲，所以我就那个很好奇过去看吗？艾弗伦，你走过去，你发现没有讲话声音，很安静，门没有锁。然后我就看着卡德里，然后再看那个门，然后再看他，没听到。还是疯了，然后摇摇头。有没有看到搭讪跌坐在地上，然后喃喃自语的，就是突然握着胸前的狐狸项链说：“对不起了各位，看来我今天就要交代在这边了。”我的信任队友们似乎没打算管我的死活啊！起来啦，你这样你很胖哎、欸，我把你拉起来，快点起来啦，你这样我很难扶啊！抱怨莫的，卡德里，快点带路啦！你是路痴哦，还是我来带路？自信，不急啦，然后我找到正确的方向，然后往前走。让那只一直往前抓，这样，他如果要往前就往前吧。我非常艰辛的站了起来，跟在最后一个。你们确定要我拉着你？确定没有要调查吗？我拉着他。可恶，爹，这样子讲感觉又有什么东西？可是我现在状况不是很适合哎、欸。现在大家要走哪里？怎么办？要不然我们把门打开？欸、不行，这样子好了，我们几个人退到这边，就是那个长廊的入口处，然后卡德里，你去开门。如果有任何状况的话，你再消耗一个气点，用那个飞檐走壁直接 dash 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就顺着长廊一路往前冲。
是可以啦 ，OK 啊。好，那大家先撤退到长廊的入口处这边，然后留卡德里一个人去开门。好，那我就退。反正我现在是扶着大山，所以不管他，就是他现在想去哪里，我大概也只能跟着他。我看了一下之后，就用力的把门直接推开来。你用力的将门就是打开，你注意到里面看起来是书房。你注意到的是一个办公桌。我先对，又来了，哇，又要看到你家店员开始在那个搬素材。你看到一个桌子，看起来是一个办公桌。可是比起办公桌，你更觉得很像是一个台，那是一个演讲台这一类。然后旁边有散落的书籍，但是让你更在意的是有一个手倒在那边，旁边还有血迹。手是人类的手，人形的手，人形，或者说人形，蓝色的，蓝色的，人形的。是发青，是湿块那种发青的蓝，还是就是一般的蓝？我只能说蓝色的手，蓝色的手，然后还流出了血，好神奇。我们看，我跟手汉这个位置看得到里面的画面吗？你们现在因为没灯是没有拿，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是书房，你们只看到书房，因为你们两个没有夜视。那我呢？有，你有看到，一样。跟卡德里好，那我要在手汉的搀扶下，非常艰辛的爬到走到这个位置，然后看着房间里面的情况之后问说：“哎，这就是从谁的记忆里面挖出来的？有人有印象吗？”不知道，不知道。我摇摇头，然后我就盯着地板，就是那个落在旁边的书，然后就是歪头在那边看。然后就是，我可以看看吗？不，我在这边帮忙抵着，小心一点。然后我抽出藏在手腕绑带里面的一只匕首，然后就是随时有状况的话，我冲不进去打人，但是我至少可以丢个匕首之类的。那我就是走进去那个调查下。我想要调查他，那是什么书？我有点在意。帮我甩个investigation， 这个先来。15。你尝试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古文，是古书，都是堆叠的，堆叠的古书哦。然后因为我有点在意，所以说就那个把小宝箱柜拿出来，然后就是摸摸它。我对这些很在意，你可不可以帮我装着啊？一滴二十，然后我就，哎，好的，来看这个孩子的那个脾气咯，拜托了，乖。18，你看到他缓缓的打开，然后里面好像飘来的臭味。嗯？飘什么？宝箱怪的嘴巴里面好像飘来的臭味。嗯，靠！我一边把那个书放进去，然后一边，下次人家要帮你刷牙了。他没有牙齿。没有没有，就是一种那个形容，就是一个对对，他没有牙齿，对，顺带吐槽。对，然后问题是我就是我的意思是就是那个嘴巴臭臭的，下次要帮你刷牙了，那就是那种意思而已。Efren， 研究完了赶快出来。我现在的话是只有先拿了上面那一叠，所以说我就是等我一下，然后就是我就是把那个就是打算调查一下那个下面的那一堆。你拿了，好，你这样子只拿两本，哎，一本而已，一本而已，一本古书嘛，对，不知名的古书。好的，好的，我先注记一下。好的，然后下面那一本我一样也是闪那个调
但是你在撒的时候，你正要去调查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只手让来。假如有尸体躺在你旁边，你会先确认你正常人的脚。我那个时候的话，我就是虽然很想要拿书，然后就在那边盯着那个手，因为我刚刚前面拿的时候，我是有点在意，但怕它突然起来的时候，才先去碰远的那一本。然后现在在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会直接看到那个手，然后我就，我纠结了一下，然后我就是，想了想，然后我就那个朝那个尸体的方向再稍微走近了几步。你往这个手的方向继续行走，然后你往前看，你注意到的状况是这样的：你看到你蹲下来，你发现是尸体没错，你看到他的眼睛，一个眼睛被挖了，流出了，看起来好像有一段时间流出了血，然后你注意到他的喉咙被割了。但是你发现并没有任何的凶器，只有看到一个很深的割痕。你看到他的手好像握着什么东西。你发现他是一个你没有看过的种族。你看到只有绿色的头发，还有大概他的年纪是青少年，比你年纪大概跟你年纪差不多，但是他已经面目全非。性别的话，你大概可以辨认出是男性。我看着这个画面，然后呢，我感觉有点莫名悲伤的感觉，然后我就是跪坐在他的那个身旁，然后因为他现在是就是这种死不瞑目的感觉嘛，就是那个他是两个眼睛都被挖出来的，还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眼睛瞪大那种的感觉，是盯着你看，方向是盯，然后你注意到他的眼睛颜色是蓝色。太难了，我就看着这个画面，然后我先跪坐在他身旁，然后呢就是那个就是双手交叠交握在那个胸前，然后就是闭着眼对他祈祷，就是说我们的银之女士啊，月之女神，我很抱歉我曾经做错那些，但我希望你怜悯这一个可怜的受害者，请引领他吧，让他能够安息。然后我就是小声的祈祷完以后呢，就是我试图伸手帮他合上眼。你在帮合上眼时，你也注意到，因为你有触碰关系，你感觉到他身体异常冰冷，然后你注意到他附近，因为你在闭上眼睛，看到他的脑袋后面好像有被敲击痕迹，然后你发现他洒落下来血痕下面，你看到好像上面有注记什么，你发现他上面他旁边写了这个名字，叫我，那你发现这个名字中间有空缺。大概是这样。这是你所见的。Efron， 研究完了没？你还听到了？大嫂已经开始发出如同老人的声音了。啊，还在开始咳血。我听着那个声音，那边就是对着那个尸体，就是那不好意思，我失礼了。然后就是。我试图就是想看一下他手里面，就是挪开他的手掌，然后看他是抓着什么东西。Investigation 的调查。好的，好的。
摸摸大师长的背，看他会不会好一点。就是他在咳的时候，我就也在帮他拍，虽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法，就开始拍背这样。你可以看到大山被咬的那只手臂啊，那个血管已经开始慢慢的变黑了，有点该怎么形容呢？慢性化骨绵掌之毒，太奇怪的叙述了啦！你把手放低啦，那只手放低一点啦，你不要这么叫我把老身啦。里面有一个指标，你注意到阅读好像是一个简单的小故事。你发现这个故事上好像是写着关于恶魔，上面写着恶魔，但是里面有密密麻麻的，看起来现在你看了一下后面达斯塔跟那个跟你的同伴们，看起来不是现在可以安静坐下来好好看我阅读的时候。写着 Dima 的那个小纸条这样，对，里面有密密麻麻的，看起来好像是资料。好的，那的话我就是先把他这张小纸条就是先抓在就是拿起来，然后就是对着那一个尸体就是说，我不清楚你遭遇了什么，但我想与我们所遭遇的恶魔兴许也会有关系吧，请前往永眠之地吧，接下来是我们必须要去完成的。我就把那个纸条收到我的那个右侧的腰包里面，然后的就是起来，然后我想要顺便就是把地板上面那一本就是下方的那个古书也拿走，就是我不看了，我就直接抓起来要带在身上。你帮我甩个 slide ahead。 嗨，有十，哎，不对，这样子加起来，我要看一下加起来，等一下加起来，哦，17。你随手用尾巴随便就是卷了一本，虽然你也不确定是什么，但你就是卷了一叠看起来像是文件的东西。至于里面写了什么，好问题。好的，这样的话我的那个不知名古书乘以2，古书收集者帅。可以了吗？我们走吧。好，走走走。好，你就看到大闪在手汉的搀扶下，朝着那无尽的长廊走了下去了。等发言出来之后，就拿着提灯往前面走。等，我点不到发言，等，书挡住我了，我刚刚点不到他。出来吗？你们，我刚拿出来，那个。被书挡住了。那你们看着前方那条路，你们可以把地图关了。我们会带，我要收个尾。你们继续往前走，你们发现是一条无尽黑暗的长廊。你们看到，虽然说你们有的有夜视的，你们可以看周边好像有。好像看起来好像是铁栏杆这一类的，看起来像是监狱，但是你们越走越发现这个状况越奇怪。那你们确定是你们在走的时候好像你们都往上在行走，随即你们看到了一道小小的如同鬼火般的光芒环绕着你们，随着这个火光继续往上走，而之后看到的东西就是下一次的状况啦，我们分一半，这就是一半上跟下。好的，对啊，要不然连下都跑的话，那个对你们那个对时间会卡到，因为这个就我有先问，就是时间限制这一块，我觉得好的分段，好耶。好的，这样的话接下来我们必须要等到下个月了，因为这个噔噔噔噔噔的一整排真的是跑不达斯塔的那个状况
到了一个月后，应该就我们可以直接帮他做火化了吧？时间暂停，时间暂停，没有事，没有事，没有事。你想要埋在什么样的地方？你要不要先交代一下？扎散在阿姆的阿特卡拉城往南的，有一个山洞，里面有阿门的。麻烦请把它埋在那边，然后把修剪的回下来。麻烦请把它，要疯狂消音。还没有，你们时间暂停了，没有了，没有了，没事了，没事了。好，我在讲的是排在山洞里面有。因为那个，因为那个，我这样子看的话，从二十号开始，达斯坦一整个到月底全部都是叉、啊。所以我想说，可不可以大家尽快赶快先离开这个地牢再说？然后结果没有，我们全部都被困住了，气死我了！笑你到那边搞太久，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状况。我没有想到是幻象，如果我们还好，我没有再投资更多时间下去，要不然大概也打不死那只蜘蛛，然后就倒在那边吧。对，还好那个门没有锁着，说干不行，还是先闪好了。然后结果大家已经虚弱的靠着墙了，你们还去研究，觉得哦，好吧，好吧，看来大家要交代在这边了，我要来思考一下怎么让韩志曼登场了。没办法，因为你们在的我的，对啊，你们这个调查也没有花费到几分钟了，所以大赏还是在第一阶段，十个小时还很漫长，很漫长。对，可以啊，出什么？而且你看到尸体，然后呢，地上又是文献，然后你要一个死的人呢，不去注意这些，在意这些，这是难的事情，知道吗？没有，那个时候门还没有开啊，大赏这个时候是在门已经是关着，然后看着长廊，你们却三个人围在。那个有声音的门，那被我绿的。干，这群队友是真的不想救我，是不是？好吧，因为我们不知道说到底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说到底是那个长廊到底可以走呢，还是说那个门后面其实还有其他走道？你要知道，玩角色是不知道，所以角色，角色因为他们从后面说不定还会有。已经有教训了，就是门后面传出怪声，通常都是不要开比较好。我们已经因为这件事情中了三次招了。可是你也没有办法，可是你也没有办法确定是长廊那边会不会有那个所谓的那个点的那个陷阱，不能。对，可是照理说，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选择我不要再中同样的招数。林北不开门，开门没好事。你这个家伙真的是那个一招被蛇咬、欸。嘿，哎哎，是你现在没中毒，你讲话当然不嫌腰疼了、啊。真的是，他真的是一招被蛇咬。哎、欸，这是我觉得最大的地方，真的被蛇咬了，的确被蛇咬。我觉得我跟别的相较起来，我仁慈很多了，我仁慈很多了。阿爽都是一招被蛇咬，继续被蛇咬。是刚刚被咬的朋友们的路。长廊的路这样看起来很不像长廊，我真的以为正确的路是往右边走啊！我就觉得，因为哇，我是真心的，我没有故意要弄丝绸啊，我没有真的打算要追艾米，那只是想要刺激你而已啊！不要真的把我丢死在这边啊！来，那个 UFO 跟诺伊，你们两个都，那又多拉，你们两个都可以开始开麦了啦！对，结束了，现在已经结束了，现在是闲聊时间，结束了。